报告全院委员会，现在继续进行开会。今天10月17日下午进行审查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张琼文相关事项。党团询问顺序：一、民进党党团、亲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之顺序，采即问即答方式进行，并得采联合询问，但其人数不得超过3人。在进行询问前，先请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张琼文说明，时间10分钟，请张被提名人琼文说明。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今天能以大法官被提名人的身份前来国会殿堂向各位说明并备询，个人感到非常的荣幸。为了增进各位对我的了解，我将从个人的学习历程、法官的实务经验和行政的历练、过去曾经参与的修法还有释宪的相关经验上简要说明，请各位指教。我成长在经济并不宽裕、母亲常年病苦的家庭，身为长女，为了兼顾学业和家务，磨练出了责任心和荣誉感。成为法官是我的志愿，严格来说，成为法律人是我的志愿，严格来说是家父的志愿。家父当时在南部的法院担任书记官的工作。大专联考的时候，他告诉我，我们没有社经背景的人参加国家考试是最好的选择。我是听话的孩子，就照办了。大学，我进入了政治大学。大三那一年呢，开始接触了行政法。那么了解到国家的行为应该受到司法权的调控，才能确保不至于侵犯人民的这个权利，并且忠实的履行对人民的义务。对照当时的社会环境，内心颇受感动，从此便投入了公法学的研习，以依法行政原则作为我的硕士论文的主轴。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就直接进到研究所就读，这要感谢我的父母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全力的支持我。已在40年前的社会风气以及我的家庭状况，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就在我读研究所1年级的时候，家父以50岁的年龄通过了司法官考试。第二年，我也幸运地通过了相同的考试，一时在亲友间成为传奇。家父坚毅不拔的形象是我的典范，而现在他老人家已经退休多年了。我从民国70年踏入司法界，从南部展开我的法官生涯。我也是大家口中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衙门的年轻法官。我记得在我开始任职1-2年左右，我审理一件一屋二卖的民事纠纷。当时建商跑了，诈欺罪被通缉了，两位被害的买主，一个拿到土地所有权，一个拿到房屋所有权，不完整的权利让他们开始进行民事诉讼。看完卷宗，我知道双方的争议不是我写一个判决能够结束的，漫长后续的诉讼看不到尽头。于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和双方沟通，希望他们各退一步，才能够降低损害，将来找到了建商再来求偿。最后双方终于达成了共识，当庭签完了和解笔录以后，被告是一位白发苍苍的70几岁的老先生，用台语跟我说：“丁兄，你实在是一个现代包青天。”我们现在的司法不是包青天式的司法，不过30年过去了，法庭上的那一幕还历历在眼前。我学习到了处理案件的最大原则其实就是同理心3个字而已。我想我自己到现在都没有忘记这个初衷。35年的法官生涯，我经过地院、高院、高等行政法院、
到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然后1999年分发到高雄担任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担任院长的工作。104年四月再调到司法院担任秘书长、副秘书长的工作，参与政策的规划与推动，有机会以更宏观的角度来了解司法的整体风貌。在能力所及，个人也参与一些公共事务，担任中华民国女法官协会的干部。期间在1985到1986年间呢，代表协会和现代妇女基金会共同研拟家庭暴力防治法草案，促成了该法完成立法程序。104年被选为理事长，那么曾经和儿童剧团合作，为大台北地区几个法院的少年辅导中的少年呢，进行假日生活辅导、表演戏剧、宣传反毒，并且结合以友善环境种植的弱势小农，来推广无毒生活，向会员介绍无毒生活以及提升会员的环境意识，扩大社会的参与。个人在视线方面的经验呢，在这个简历里头、自传里头已经提到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子女从母姓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宪法上的争议，以及财政部的一个解释性函释是不是有违反法律保留原则的这个问题，这在自传里头提到了，那么我就不再重述了。另外，我在最高行政法院担任法官的时候呢，有办理过一件有意思的案子，值得提出来跟各位报告的。那个案子呢，原告是基隆河圆山子疏洪道的承包厂商之一，工程还在进行当中，接续来了两个台风。主管机关评估的结果认为，基隆河的河水暴涨，也会危及下游的数以万计的民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于是呢，乃提前破堤，把河水呢引到还没有完成的疏洪道，造成厂商放置在疏洪隧道里头的材料、设备、机具完全被洪水冲走。当然，这个分洪对于这个危险的预防是做到了，但是厂商事后向主管机关请求补偿，却被拒绝，提起行政诉讼，在高等行政法院也败诉。上诉后，个人认为这种情形是行政机关为了避免别人，也就是下游的民众的急迫危险，所谓的及时强制的必要处置，必要处置就是破堤分洪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实的措施，因此呢，所导致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损失，也就是这个厂商的这个损失呢，又不是这个人民呢他所的社会义务所要容忍的。因此呢，这个人民呢是有受到特别牺牲的损失的。除了可以推责归责于人民之外呢，其实国家应该加以补偿。那当然，在这个案件里头，这个人民是没有可归责的情形的，因为是为了避免洪水对于其他人所造成的损害，那主管机关所做的这个决定。那么因此呢，这个案子，我把它发回了事实审以后，经过事实审法院的重新调查，厂商的损失呢，终于获得了补偿。不论是法官审判案件，或者是大法官解释宪法，都不能够自外于社会、孤立于社会。尤其是大法官的职责，是在守护宪法、捍卫人权、维护权力分立、互相制衡的宪政机构，更是引领社会进步的重要推手。如果得到大院的同意，个人将秉持宪政原则，体察社会发展的脉动，参酌其他国家法学的理论以及宪政实践的这个经验，那么以前瞻性的思维做出符合时代意义的解释，以贡献一己的绵薄之力。尤其是个人是身为本次唯一的女性被提名人，在性别平权以及妇幼的权利方面呢，她的保障，个人当然需要会更加尽力。以上说明，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各位委员的聆听。好，
谢谢张被提名人之说明。现在进行委员之询问，请王委员定语询问，询答时间为20分钟。谢谢院长，麻烦这个张琼文法官，请张被提名人。王委员好，辛苦哈。现在有几个问题，针对你的专长还有你的答复哈，来做了解。第一个哈，有关人民透过宪法诉愿的方式，对于法院判决的申请宪法解释哈，我们问过被提名的院长，我今天早上也问了许志雄许教授哈，那你的意见明显是跟他们并不一样，你采取是保留的态度。那我看了你的内容大概的意见，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现有的审判制度对判决确定的案件大概只接受法条法律法规的释宪，但对判决结果本身是不受理的哈。这个部分你的看法明显跟其他几位大法官被提名人不太一样，是不是请你阐述一下？是的，王委员，有关于宪法诉愿的问题呢，那我考虑到的是目前呢，我们的社会上，那么我们的民众呢，对于应该这样讲，就是对于司法的公信力，这是我们心中的痛哈，就是不被信任，很非常低的。是，这个我承认啊。嗯。那所以呢，假如我去了解了一下哈，那么大概这些年来，最高法院以及最高行政法院所受理的案件呢，大约有15000件左右啊。嗯，15000到16000，大概都维持这样子的案件量。那由于司法公信力的这个低落的原因呢，所以我推测哈，民众呢在有更进一步的司法救济的时候呢，很大一部分的比例会寻求更进一步的司法。所以你这部分简单来讲，就是会产生很大的，等于是变相的第四审哈的数量涌入宪法法庭，这是一个嘛？我看你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哈，是怕避免像最高法院对于这样的释宪会有反弹跟不满。反弹跟不满，或许是机关之间的协调，尤其是将来应该是说这是院长的职权，然后院长呢会面临到他要怎么样子领导整个司法的这个大家庭。能够大家一起来协力。我尊重你在法律上的专长，因为你毕竟专业人士哈，你的看法我也尊重。但是这个事情是什么？人民在宪法层次经过诉愿的权利，那我们现在处理的方式是定谳了就不行了，哪怕这个判决本身他认为有违宪之余，你只能去找法条或法规来释宪。那你刚才讲的数量的问题，我早上问了许志雄许教授哈，这个在德国，我们的法治是比较接近德国。那德国呢，他也是在法院的体系之外设了特别法庭作为大法官，可他们是接受人民诉愿宪法审判的，而且他们的业务量有90%都是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能不能因为人民不信任司法？我们把因果倒过来说，因为他不是信任司法，所以我把这一个宪法诉愿裁判的管道堵住，因为怕大量流入过来。这个等于是因跟果导致过来。如果一二三审或者一二审制，双方得到相当的信任，事实上才可以排除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是建议说，在排除人民透过宪法法庭进行所谓的你说最后救济也好，变相的第四审也好，我们既然我们的法治是参考德国的，相当雷同的情形下，这个诉愿宪法裁判的这个机制应该要保留。保留之后，
也许你们的 loading 你们的负荷一开始会很重，也许因为你们对案件个案的看法会跟陈审法院不同而产生汉格，但是人民在宪法上的权利是大过数量的经济效率考量，更大过机关跟机关、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所以这一点是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你们每个大法官都是独立行使职权。我期待你就任大法官以后，因为你在行政法庭相当久、相当专业。我刚才听到你是平谷出身，你还特别讲到了没有重男轻女，让你继续读书，女性的特质，还有从一般民众角度出身，你应该更能体会。你知道台湾的人民法学教育很不高、啊，哪怕读到大学，也许对法律认知是很低的。可他面对诉讼的时候，有些人有时候一世人都得不能盖呢，他就不了解。所以到最后，如果我们在宪法这个法庭这个层次，可以保障人民可以有一个让大法官好好审视的机会，德国可以，我真的不相信我们的大法官不行，我们的人数也没有比他少，德国的案件也没有比我们少。所以如果只是单纯基于大量案件涌入，应该被改革的是法院，不是人民的诉愿权。所以委员，我的想法是我们可能要先有一个前后的顺序的步骤，譬如说人民参与审判，让能够建构起来人民对司法权的这个信心，尤其是普通法院的这个各级法院的信心。事实上这个问题就可以，张法官，这个我赞成，但是有时候那个要等很久，那个有些东西要等很久，信心的建立要很久，参审制比较好还是陪审团比较好，我今天不在这边做辩论这个事情，因为那个制度建立也要一段相当的时间。那有时候因为你的案件法院判了定谳之后，当事人觉得这个有违宪之余丢到宪法法庭来，其实对现在陈审的法官他是会有压力的，压力才是改革跟改变的来源，而不是因为担心我不接受我通通跑到宪法法庭，量太大， 我觉得这个理由不正当。所以我这边特别提醒，就是说张法官，我刚才讲的你的女性特质来自于一般甚至于是比较生活比较清贫的家庭，这份是能多体谅多体会，更何况这个制度不是我们现在台湾没有，别的国家有。所以大法官如果可以透过宪法诉愿的方式就法院所谓之判决申请释宪，这是一个进步，这也是这一次民间监督这个提名人所提问的重要问题之一。那我看到你是持保留，我希望这个部分你透过你法学素养跟成长背景再思量一下，这样好不好？那我接下来请问你另外一个问题，现在我每一个大法官我都问同样的，我们在民国九十年大法官的解释530号特别告诉我们，现在司法院作为司法行政机关是违宪的，它应该是台湾最高的司法审判机关，我们应该修法把司法院、大法官、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跟工程会，连工程会在宪法的设计应该是在这里面，可是我们现在把它拆开来。那大法官会议在民国九十年就认定这样是违宪，而且给了2年的时间做妥适的处理，以符合宪政体制，到现在过了15年了，这个还没有处理，你赞不赞成？尤其本身你是最高行政法院出身，根据大法官解释的530号文，尽速用最快速的方式把最高司法审判机关这个部分做统整，你的看法是什么？跟委员报告，530号解释的这个理想呢，其实司法院曾经做过很多的努力。那么我们曾经提过司法院组织法的这个修法，在2008年提过，那时候没有立法院，那时候还没有审。早以前对，其实更早都有。那但是呢，始终都没有被接受啊。那这个就牵涉到我刚才所报告的，这个理想是一个长远的理想。我们目前如同委员所讲的，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跟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加起来有100位法官，然后再加上大法官有15位。刚才我报告的那个15000件的民刑事跟行政诉讼的案子，要如何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了解，浓缩成这100个法官跟15位大法官，本来受理的案件是这么多，我们要合并成一个最高审判机关的时候，量能会有问题。但这毕竟是你即将接任的大法官会议所做的释宪，民国九十年的释宪，过了15年。那过去司法院我看的资料，2008年有提过，可那时候
是立法院没有去审查，这不怪你们。但我是觉得这十五年过了，如果还在用数量效率去处理宪法解释文，那是司法院自己把大法官解释当作开玩笑。我们大法官的解释文是等同宪法，要求全民接受，不同的机关都要接受。可这一个要求司法院做改革以符合宪政体制的文，却可以有种种的理由延宕再延宕，这个本身是司法院在挑战司法院的解释，所以是非常不妥。所以我希望你们这一届的 大法官跟司法院可以把这个530号可以要落实下来。那里面会有一些管理层次的问题，总是位阶低于宪法层次，管理层次的问题就考验新的司法院院长在行政体系这一块怎么做处理。但是在最高司法审判机关这个地位上，要赶快落实来符合宪法，这点你应该赞成。是，假如能够做到的话，我们应该一定要做到。但是已经慢了13-15年了，路程可能是有相当的时间需要再来。我们司法常常改革，让人家觉得没有信任感，或者民调现在说民调对法官的信任感最低，我觉得这个不见得公允，但是它是民调呈现一个事实，就 最新的天下的民天下杂志的民调，有一个原因是时间，因为你们的思考有时候弄了很久，所以很久才完成了一个改革，对很多人民或者救济来讲，他看不到，他觉得这样是太慢了，而这个十五年的时间也过了，该讨论的资料，就算新的大法官去翻旧的资料都看得到，所以我们希望甚至要求这一任的大法官跟司法院院长、副院长应该要落实530号解释文，而不是解释完了再留在下一届的大法官。那这样子由大法官的解释是被自己破坏的。我不知道你赞不赞成。我们尽量努力。好，我们期待等着看，因为我们除了审查资格，将来还是会碰面。这个张法官，你本身30年的司法审判实务经验，有16年是在行政法院。所以你在行政法院里面，事实上你的了解跟专业的知识是相当丰厚的。另外我也看了一下你回答民间监督大法官人选联盟的题目，叫你罗列你印象深刻的10件案件，我看你罗列出来的10个案件全部都是行政法院或最高行政法院相关的案件。是，可见就你的专业，就你的认知，行政法院可以说是你在法律界服务相当重要的比重跟专业的来源。是，所以本席就要请问你了，现在我们在行政法院里面，行政机关跟人民送进了行政法院， 你知道人民的 胜诉率是百分多少？总的来讲应该大概10%左右。我跟你报告，如果人民跟机关打官司送到行政法院，胜诉率平均起来只有 6.11， 相当低啊，跟一般的刑法民法那个差很多。也就是整个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93%多判决胜诉的都是机关，败诉的都是人民。那你觉得这里面原因是什么？委员据我的了解，据我对于那个统计数字的了解，大约应该是在10%左右，10%也很低啦。我不跟你争论，不跟你争论6点多跟十啊。OK， 就是说呢，当然，行政法院的法官还有我自己是当中的一份子，我也认为我们还有更努力的空间。问题在哪里？是就两兆送到，你知道人民对抗政府机关最文明的最后处理方式就是行政诉讼法院了。文明的方式，不文明的方式我就不讲了。那我就说来到这边的胜率不到10%，我这边是有统计数字了，你认为是10%或者就算10%好了，那平均数率是数字6点多，相当的低啊。你认为造成这样原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报告委员，因为我们国家的公务员，起码 我们认为我们的国家并不是全世界非常顶尖进步的国家，但是我们起码是一个不错的国家，因此我们的公务员呢其实是有，所以你认为是公务员写出来的两兆，但公务员写出来的他的送状写的会相当好？不是送状的问题，是他的行政处分，他的所有的行政行为是不是有按照法律的规范来做。
那如果他是按照法律的规范来做的话呢，那么行政法院就没有。张法官，你现在的回答就很明显，行政法院，行政法院是比较偏向行政机关。根据台北商业大学黄世周教授研究过，他去看那个状子，你知道我们行政法院的法官有的是直接抄袭行政机关的答辩文，高达99%跟100%几乎完全一样，当作判决文。你觉得人民看到这个结果会给法院很高的公信力吗？那个委员，我不知道黄教授，他讲说99%是抄袭，他说有的，我不是说99%都抄袭，就有的判决文哈，有的夸张的高，这个行政法院的法官，他的判决文连改都不改，直接拿机关的答辩文抄过来，有的人这样子，不是有99%人这样子，有的人这样子。好，委员，我跟您解释一下哈。行政法院的判决里面呢，要写原告的主张、被告的主张，后面才写法院的理由。那么在被告的主张方面呢，他一定会去引告。被告主张，我当然不是讲被告，被告主张当然会罗列他的讲法。我担心是这个。我现在特别要问你这一块，就是你们这一任的大法官会碰到司法改革。司法改革，我们常讲说啊，人民对法官的公信力只有84.5%不认同，我们的司法什么哪里有问题，讲了很多，透明度也有讨论，公信力也有讨论。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讲的司法改革在行政法院这一块是空白的，而人民对抗政府机关，人民觉得被行政机关有被欺负的感觉的时候，他也是要送交行政法院来判，而判决的胜诉率不到10%。而我们在司法改革这一块却付之却如，我在这边问这个是对你的期待，因为你的资历16年都在行政法院，而行政法院有个别名你应该听过嘛，叫做败诉法院嘛。行政法院在一般司法界或者人民都，行政法院就叫败诉法院，人民的案件送到行政法院温书威了，那原因来自于哪里？可能专业不足啊。早期的法官在考的时候并没有考行政法，早期的律师也不用读行政法。第二个可能是心态上的偏好，因为行政机关写出来的答辩文都是用司法相关的法院的格式呈现，人民如果没有这个提诉讼的市民或人民，他如果没有请律师，他就自己想自己写，所以两边一对照高下立判，所以在行政法院的机关的效应他是比较偏向政府机关，所以造成偏低。第三个是我们国家对行政法院给予的资源跟设计不足，比如说像日本的他没有专门的税务诉讼法庭，可是他们在专业的法院里面，调查官是专业的调查官，税务调查官、行政相关调查官，然后检察体系如果要代表政府出庭的话，要是税务或者相关专业的检察官代理，也就是律师、检察官都有基本的专业。可我们的法官的养成早期没有这一块，而现在的诉讼当中偏向行政机关也很明显，然后造成我刚才讲的有一些少数的法官，我这样讲好了，判决书直接就抄行政机关的答辩文。你可以试想了，我不是说人民一定对，可当人民看到判决书是这样子的时候，他一定心里一个质疑，说啊，你们的港国的，你们是同一国的，我跟你们没港，公信力怎么会提升？所以在年底即将召开司法改革的国事会议，在你们这一届我们寄予众望的大法官司法院，司法改革这一块很少人提到行政法院这个部分。我是不是请张法官，你要扮演重要的角色，你是女性的大法官，你是行政法院丰厚经验16年的大法官，如果我们的司法改革这一块缺了一角，你知道吗？这个胜诉率就6%多的行政法院是没办法提升人民的公信，没办法解决这些纷争的。所以就你的专业，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在司法改革这一块上？是的，谢谢王委员，您刚才所提醒的有关于这个财税案件，那么加强法官的专业，甚至就是加强专业的这个助理人员、调查官，这个都是行政法院呢将来应该要走的。你能不能在这边承诺，就是说你如果通过大法官的提名这一块的部分，你能不能致力于行政法院改革，把它纳入我们司法改革的一部分？可以。
那你的方案我们希望我能尽快看到，因为你那么久了，这个东西对你，你闭着眼睛都知道问题在哪里。是，他缺什么资源，缺乏什么专业，需要什么样辅助。我不是要提升说人民告一定要赢，但我只是透过这些数字的呈现，让张法官你了解一件事情，是为什么大家会称行政法院叫败诉法院，大家都输啊，专业不足啊。然后当这个诉讼的救济权，诉讼的这救济权变成虚设的时候，很多东西他就利用抗争。我刚才讲的文明的方式以穷尽，人会自救嘛。所以这一块司法改革，我希望你通过大法官提名以后，能够让我们看到你的版本，然后我们也可以来检验，我们一起来讨论，让台湾的行政法院到最高行政法院可以像你讲的，我们可以把案件做个合理的处理，然后呢，将来大法官可以受理诉这个诉愿的裁判，最后裁判的诉愿那个量才会减少。是，我期待你的版本，这样谢谢。谢谢王委员，谢谢张被提名人。好，来下一位，我们请蔡委员异于询问，询答时间为20分钟。请张法官。请张被提名人。蔡委员好。张法官你好。那我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个质询台，好，那来跟张法官来探讨一下，好，因为张法官，我看到你的经历中，你在民事法院以及在行政法院都有非常这个充沛的一个行政的一个历练，那以及担任法官的一个任务。所以我一开始我想要问一下法官，你对于说，因为你在104年的时候你是担任司法院的副秘书长，那在当时，因为我们知道说，就是当时我们司法院的态度在于审判这一块，我们在推动的是官审制。那你现在依现在我们司法院长的提名人我们的许宗力教授，他有对外发表说，他希望未来的审判制度可以朝向参审制。好，那我当然我在质询这个许教授的时候，我有跟他说陪审制也是可以好好来讨论的一个事项。那我想要问张法官，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制度，你心中的想法，以及你认为说台湾未来的司法改革到底要朝向怎样的一个审判制度？其实在司法院刚开始推动官审制的时候，我个人也是赞成官审制的。好，那我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呢，并没有人民参与审判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哈。那其实从司法院所做的调查里面呢，那很多民众呢，其实对于同样是人民没有法学专业的人来对他做审判，其实他们心里头是有疑虑的。那么有一些国外的这个专业人士来访的时候呢，我们也向国外的专业人士请教说，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那我们应该要选择哪一种方式？那我们现在所选择的官审制好适合不适合我们的这个国情？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大部分的这个回应呢，是认为官审制是应该是我们初步要去接触人民参与审判的时候呢的一个试金石啦，应该是这么说了。那所以司法院呢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以后呢，就开始做这样子的一个推动。张法官，但是
一官审制现在普遍上被批判的，对。不过我现在我就是接下去我就要谈说，自从今年以来的几个重大的案件呢，人民对于司法的这个信任度呢，又更明显的下降了。那么我个人以及我自己的这个同事们呢，我们大家都体会到说，在用官审制已经不足以说服社会。因此呢，我个人认为呢，或者是大多数的同事们认为呢，应该要来推动参审制，也就是说，人民呢有实际上的来参与审判，然后实际上的来参加决定的这样的一个参审制。那我想要问哈，所以在你的概念中，如果人民就是法律上的素人，他进入了这个法庭的一个空间，那经过法官的一个指挥，哈，诉讼的一个程序中。你不信任人民是有办法在密集审理中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你不信任 这一点吗？应该说这个当中呢，是司法院要做很多的努力，譬如说法官怎么样子把他的专业呢，用很口语化的这个解释呢，让我们的素人法官能够了解，这个对法官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好，那当然 我个人现在认为说，无论这个挑战有多大，基于社会对于司法的不信任，那么让人民呢进入司法，一方面呢法官可以听到人民的想法，二方面呢人民也可以亲身了解司法的运作的内容，他要做决定的时候他要做些什么样子的这个考虑，那再方面呢让人民了解到现代的司法的精神是怎么样子，那这样子我觉得呢，我们所谓法治教育呢不能够普及化，民众不能够了解司法的这一个问题呢也可以同时来解决。所以张法官请问一下，张被提名人，请问一下，如果就你的认知中，因为宪法八十条有规定了法官依法审判的一个规定，那如果我们把它采参审制后，是否会有宪法八十条的违宪的问题？是的，这个是呢，过去啊，司法院其实在民国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就曾经提过专家参与审判这样子的一个草案。那么结果行政院呢，没有同意会宪的理由，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考虑。不过呢，时代的变迁已经到了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么司法权这样子的不受信任，我觉得参与审判，人民参与审判，对我个人而言呢，是一个急迫的事情，而且跟我们有相同的宪法背景的日本，那么他们呢在实施裁判员制度的时候，其实也曾经有这样子的疑虑出现。那不过呢，在2011年呢，日本的最高裁判所举行的大法庭做了这个决定呢。认为说，第一个宪法没有讲说可不可以人民参与审判，这个是虽然是沉默，但是并不表示人民参与审判就是违宪。第二个，只要这个制度设计的能够符合宪法的精神，保障人民的诉讼权，那这样子呢就没有违宪的问题。所以你的认知是没有违宪的，是的。那当然，你刚讲的就是对于参审制，是那。还有一套制度，就是在英美法，就是大家普遍的一个陪审。是。那我这样听起来，你对于陪审制的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了？应该是这么说，委员。陪审制呢，它有一个我认为先天上呢，我们的社会比较不容易接受的情况，就是由于有罪无罪是素人法官所做的决定，那么法官呢只做量刑。所以呢，事实上呢，法官没有办法为素人法官的有罪无罪的理由写出判决书出来。那么因此呢，这个对于人民在上诉的时候呢，假如他有上诉机会的话，假如我们设计他上诉的话，那么他的上诉权的行使呢，其实是我们认为是有困难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恐怕是我们的社会不太容易接受的地方吧。我懂你的看法。那第二个我想要问，就是说被提名人，你在法院的时候，就你的认知中，你有待过在刑事庭吗？很少。
比较少。嗯，那你在刑事庭的时候是在地院还是高院？在地院。在地院。是。那以法界普遍上都认为说，地院的公诉的检察官都很认真，很认真在做所谓公诉的一个工作。可是同样的案件，他一旦上诉到了二审，相对的二审的检察官，由于他接触卷证的时间比较少，也由于是说他对这个案件本身是没有感情的，所以二审的检察官，你认为跟一审的检察官比较起来，哪一审的检察官比较有发挥他的一个功能性？报告蔡委员，因为我担任刑庭的法官呢，是在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距离现在呢实在是太遥远了。那我说普遍民众的一个看法，二审的检察官就是到了法庭，他只会讲一句话：“请法官依第一审之卷证判决，依第一审的卷证哦参酌予以判决。”他只会讲这一句话。剩下他也没有再进所谓二审要补充调查证据啊，所谓的一些事后审的一个概念都没有了，都没有在履行。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鲍委员，您说的那种情形啊，我或许可能会发生啊，因为司法官的工作呢，本来就是因为个人的这个。对，他可能是一个个人的状况，是非常的，他可能是一个个人的状况，但是我们法界普遍上的，就变得说，这个还是菜鸟检察官的时候，他在侦查组或者他在公诉组，他非常的认真，那他也累积了相当的一个查案的一个经验，公诉的一个论证的一个方法，好，累积的经验已经够了，然后他到了二审，到了二审后。忽然间，哎，我不用查案了。我去公诉的时候，我的压力也减少了。好，因为胜诉、败诉一审都已经有判了嘛，有一个判的一个底在那里了。我二审纵使我在胜诉，我翻盘，好，我翻盘让他胜诉，还是我维持一样是败诉的。对二审的检察官来说，没有责任，他没有责任。所以，哎，张法官，如果未来我们的司法改革，你会尽力来推我们现在大家所说的侦诉合一制，也就是侦查的检察官，他就要负责这个案件，一直到他三审定验，你赞成吗？包括蔡委员，听您这样描述，我个人是赞成的。不过基本上这个是法务部的这个权责哈，这法务部权责，但是这跟司法院也是息息相关的。是。对，所以我希望说，未来这一块也是司法改革要推动的。那接下来我想要再问哈，因为张法官，你是这一次大法官七位提名人中唯一的女性，是，所以我想要问说，你对于大法官解释728号，也就是认为技师工业传统技师工业认为，只有男性有所谓的派下权这件事是违宪的，哦，已经侵害到了女性的一个财产权。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大法官解释有怎样的看法？728号解释呢，它是在解释这个技师工业的这个有没有规约。然后，728号解释认为说，假如有规约的话呢，根据结社自由的还有司法自治的这样的原则呢，这个大法官是予以肯认的。说如果公约有约定的话呢，就照公约。那但是如果公约没约定的话呢，照技师工业条例里头呢，他还是呢，如果他还是认为。女性还是要有所谓的派下权，如果公约没有特别约定的话，我认为是应该要了，但是大法官的解释呢是比较保留的啦。对，那你对于这样的解释呢？我认为，在大法官其实可以再更进一步一点，就是在没有规约约定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可以还是要保障他的派下权。对，还是也就是我们现在要求的男女平等嘛。是的。对，所以你在这个728，你认为他的解释是保守？对，你认为应该要更加的往前跨出一步，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是的。那我赞成你的讲法，但是相对的，我想要问说，现在我们
在男女平等这个上位概念之下，你觉得现在我们的选举妇女保障名额符合男女平等吗？真的，在宪法就有妇女保障名额了。对，但是我们先讲这样一个上位概念，不先讲宪法的层次，征修条文。蔡委员是指一般的选举，选举对，在选举的时候有所谓的妇女保障名额。就是保障四分之一嘛，保障四分之一。那以这样的话，对于是不是已经因为在现阶在这现在的社会中，基本上男女已经不会变成他工作上的障碍，尤其是在参政来说，他的障碍是更小的。哦，那你在定出了一个妇女保障名额，然后变得说你四个中就一定要一个是女性。那甚至有些状况说，如果有四个候选人，只有一个女性参选，这个女性只要一票就当选了。那这样的一个制度的设计，会符合 男女平权吗？其实哈，我个人是认为，在一些某些像立法委员的选举，我们保障妇女保障名额。那这个是有它的这个宪法上的宣示的这个意义。对，在征修条文第四条已经有这样宣示。很多的组织里面哈，现在机关内部很多的组织啊哈，那很不管是就是公部门或者私部门的一些组织呢，除了处理这个男女平权或者是性别议题的这个问题之外呢，我觉得其实过多的妇女保障名额反而是对于妇女的这个发展呢，是并不是那么理想。就像委员刚才所讲的，只有一位四个候选人，对，那因为妇女保障就是要保障四分之一票，所以他只要一票就会当选。我是觉得国家应该要对于这个能力较弱的，然后呢需要辅助的教育这个部分呢，比如说教育，然后各种的这个社会资源来增加他的这个能力，让他有能力在社会上去跟所有的人竞争。对，而不是把他保障的他什么能力都没有，只要接受保障就可以得到什么东西。那我觉得我的想法是这个样子。有张法官，你这个想法，我会觉得说，这个确实才是真实的一个妇女保障啊，因为确实很多制度设计上被引用的，我们觉得是在某些层次上，我觉得已经失去它的原意了。那我知道说，你过去在担任法官的时候，你曾经为了所谓从母性这件事情去申请大法官解释。那也是为了说基于平权的一个概念之下。那现在我觉得有一个国际上 也很普遍的一个价值，像现在瑞典恢复征兵，瑞典恢复征兵，那他征兵是男生女生都要服义务役，对，男女。所以张法官，你赞成我们台湾女性要服义务役吗？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是对不起委员，我把它连接到一个题外话了哈，就是我们司法机关在这个国家考试在那个法警的科目里头哈，是，然后有一很长的一段时间呢，被这个主管机关要求说呢，不能够限制这个女性的名额。那要女性跟男性呢同等的去这个报考同等条件的资格。那这样子的一个规范呢，这样子的一个考试呢，其实实施了很多年，造成我们司法机关呢，女性法警跟男性法警的这个比例明显的失衡。那尤其是在这个男性的受刑人或者是男性的这个羁押的被告里面呢，他的比例是远远高过女性的，大概男性是80%-90%，那女性是10%，可是我们可能不到10%。那么法警的比例呢，却是女性有20-30%。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笑话，就是说有一个比较小的法院的院长啊，这个提了被告来啊，通通是女性法警，院长呢自己要去搜身，嗯就是要去搜那个被告身上有没有违禁的东西啊，那所以造成这个非常的这个困扰。那这个是因为呢，其实在法警的这个比例上呢，它先天上的其实是它的生理上的限制，我们不能够让一个女性的法警去介护一个男性的这个受刑人或者是这个犯罪嫌疑人，犯罪被告。那回到您这个问题，就是女性是不是也该服兵役？那可能或许吧，我想象的瑞士这样的设计是，女性所服的兵役呢，可能是比较属于行政性的或者是救护性的这样子的这个工作内涵。假如这样子的工作内涵呢，或许就是适合这个女性的特质。当然，我们不排除有一些体格很强壮的女性，她也一样可以这个担任跟男性一样的兵役的工作。那我想呢，这个就看制度怎么样子设计来适合这个性别本身的差异以及工作的差异的需求。张法官，我是很佩服你刚刚可以就所谓男女平权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宣誓。当然有很多在台湾的国情啦，我知道说并没有那么容易可以去达成。但是我们希望你在担任大法官后，那可以真正把台湾的司法以及台湾真正的平权的概念可以带到每一次的大法官解释。我们也希望说，因为这几个被提名，所有的这七位大法官被提名的人来中，只有你来自实务，所以你可以最了解实务界的痛苦。那我们希望说，未来的我们台湾的司法是可以真正解决问题的。好，谢谢。谢谢蔡委员。谢谢。好，谢谢蔡委员，谢谢张被提名人。下一位，我们请陈委员曼丽询问。询答时间为20分钟。谢谢主席，大家好，我想要邀请我们的这个大法官提名人，请张被提名人。陈委员好。你好，你现在还是司法院的副秘书长了，是的。那我想就是说，你现在还在司法院里面，可能你在司法院里面也看了蛮多的事情哈。那我想是先请问一下，就是说，我看到你的硕士论文了，你的论文是依法治国家思想的演变，依法行政原则哈。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你认为我们台湾目前，因为那个是你在硕士的时候的一个论文嘛，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台湾目前的法治国家的水平，如果1到10分的话，你会给我们台湾几分？我想你实务经验很多，你觉得我们台湾的这个法治水准如何？应该6、7分应该有吧。6、7分是好，谢谢，反正这是你的答案嘛，所以我们就互相尊重一下。那我其实对于你的就是在这个参与公共事务的这个部分非常的有兴趣，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妇女团体已经差不多30年了，然后其中有6年的时间呢，我是法律辅助基金会的董事，所以我想说法律辅助基金会跟司法院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密切了，所以我是想看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参与公共事务的部分其实是非常的重要。那你在今天的这个你自己的个人简介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会促进这个公共事务，然后来促进我们的法治的发展，关注人权保障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那你自己本身也参加了女法官协会，在女法官协会里面呢，你担任过理监事，也常务理事，又担任到理事长，所以表示说你对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其实是非常的了解，性别的一些的观点。那我也很高兴，就是说你有做一些的环保上面的推广，友善环境啊，甚至推广一些无毒的生活等等。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是说你担任大法官，你怎么把性别的东西，还有就是说环境的议题带进到宪法的大法官的工作里面？那我们如果是说一个公民对这个部分如果想要再参与的话，我们能够透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参与到大法官的业务里面呢？大法官的业务里面有公民参与的机会，我好像想不出来，除非说是譬如说大法官开辩论庭，那么这里头呢涉及到这个环境或者是人权的相关议题，所以大法官会邀请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士来提供意见，这个是可能，这个可能的管道。那我知道这个大法官审理案件法在修正，那他的这个草案里头呢也有提到，不只是这个，应该我的印象中，我不敢讲说我的印象完全正确，他有提到就是说即便不是在辩论庭的方式呢，也可以征询一些专家的意见。那我想这个是就整个大法官解释宪法的这个程序里面呢，关心这些社会议题的专家们可以来跟大法官互动的可能性，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大法官平常的工作范围是不是和人民的距离拉得很远啊？所以变成是说可能在一些的思考上面，因为和人民的距离拉得比较远，所以他对于那个人民的一个期待的部分，会不会在大法官的解释里面会有一些些的落差呢？跟人民接触的机会少，这个是确实，他不像地院高院开庭经常会有这个民众跟民众有接触，或者是媒体呢焦点的案件，那经常被大量的讨论。但是大法官因为他审理的案件呢，可能他什么时候要审理，除非开辩论庭，不然的话媒体也不尽然完全知道。当然他会接触到媒体的一些资讯，但是可能大家关注的时间不会很多。那刚才委员讲的说关心一些环境或者是人权或者是弱势的民众，那我想这个是我个人的这个我个人所关心的，然后那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是我们整个的时代或者社会或者是国际的潮流都是往这边去移动的，所以我想说这个等于是说是在大法官在解释一些的案件的时候它变得非常的重要。那我在这边也想提一个东西，就是说技师工会，技师工会呢我们现在就看到就是说它只有传给男性，只有男性可以加入到技师工会，女性是不可以的。那这个其实就是非常的重男轻女，而且呢它也是在这个性别平权上面呢会让很多的女性愤愤不平，就是说为什么在我们的技师工业里面呢就是只有男性能够入到这个技师的系统里面去，女性是完全没有。所以我想是说这个部分我们如果是说期待大法官能够做一些的这个符合性别平权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话，请问你会怎么做呢？我想技师工业我们有一个技师工业条例，那么技师工业条例呢它规范不同，用不同的区块来规范不同的这个法律效果。那一个区块呢是技师工业条例这个实施之前的，那么原则上是按照技师工业的这个规定的这规约的内容。那技师工业条例实施之后的呢，那就按照技师工业条例的规定，它那个是属于男女平权的这部分。你认为这件事情有违反性别平权吗？在中间的那一块呢，就是说没有规约的规范的部分呢，
大法官解释呢，认为说它是合宪的，那这一点呢，我是不赞成的。目前728号解释呢，认为说那个没有规约的约定的情况之下呢，那么技师工业条例呢，还是规定说呢，以男性为优先哈、哦。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就不赞成，我自己比较不赞成。所以如果是说有这一方面的，请大法官再做一次解释的话，你的立场可能会跟过去的这个是就是说大法官是728号的，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见解吗？我会有修正，对，是。好，非常感谢哈。另外，我想请问一下哈，就是说在我们台湾，因为在司法院非常的久嘛哈，所以呢，我想就是说你大概看过很多的这种统计的资料，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台湾的司法院的系统的统计资料哈，或者是也许就是你可以从别的单位看到，就是说我们在通奸罪的这一块哈，是定罪的话是女性比较多人犯了通奸罪，还是男性比较犯了多的通奸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你可以做一点分析吗？包括陈委员，这部分我比较没有，我没有关注到，这部分我没有关注到，很抱歉。好，那我就来告诉你哈。其实，在我们法院的判决里面呢，通奸罪的定罪哈，女性为多，因为呢，很多的这个如果是通奸罪的话，应该是不同的性别都是差不多的哈。那但是呢，就是因为很多的男性他可能会跟他的老婆和解，所以呢，他的老婆呢就撤回他的一个通奸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罚哈。那所以呢，就会一直告。三者哈，所以其实在法院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很多的通奸罪的定罪者是女性为多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看过甚至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演艺人员哈，她因为跟丈夫不和分居了很多年，后来呢她就交了一些的男朋友，后来也因为这样子被告这个通奸罪哈。所以我们就会看起来就是说通奸罪的这一件事情是男女应该是平等的，因为两边的人数应该是一样多嘛，哈。那但是呢，看起来就是还是这个女性为多，所以你认为是说通奸罪是不是还有存在的一个必要？然后你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在惩罚女性比较多？委员刚才所描述的通奸罪的定罪，大部分呢是女性，那男性比较少，那。这个从我们的社会文化来讲啊，那一般社会的观念来讲，那个我相信是确实应该是如此的哈。那对于通奸罪是不是该除罪呢？我个人赞成除罪啊。那我的立场很清楚，就是因为我觉得用通奸罪呢，来维系一个婚姻，其实那个是那被维系的是表面的。那其实呢，或许在这个当然，大概比较我们说是对婚姻不忠贞的另外一方好了，好，或者是说是离开比较想要离开婚姻的，跟婚姻外的人有这个关系的一方呢，大部分是男性啊，那么。在这种在这种过程当中，其实因为法律的这个问题的介入，我觉得会让双方的心里头的疙瘩呢更深，然后对于子女的后续的这个教养呢，或者是会形成子女，假如有子女的话，会形成子女之间呢，子女的心中呢很大的一个阴影啊，譬如说。我的父亲或者是我的母亲会吃官司，或者是他们为了这件事情，为了这个吃官司的事情在争执，在争执，在不愉快。那我觉得婚姻不是用一个刑罚来可以维系的。是，所以大家都是希望，入人于罪的话呢，就能够因为有罚则、有处罚，然后甚至可能因为要
做监牢哈，所以呢，可能就是这样子，希望这些的事情能够尽量的减少了哈。那其实在妇女团体里面也有提出来一个，就是说婚姻破绽主义哈，就是说如果婚姻它是有破绽的话呢，它其实是可以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居，然后呢再诉请，能够有一个就是诉请离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不知道，就是说您在您的这个女法官的这个。这个实务经验里面哈，你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可行性吗？就是说，未来也可能有一些的婚姻破绽主义的事情，在台湾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法院的一个或者大法官这样的一个解释呢？我想立法机关可以考虑从这方面来处理这个有破绽的这个婚姻哈。那因为婚姻开始出现了破绽以后呢，其实双方冷却。然后让大家呢各自分开一段时间，然后去各自生活或者是在思考，然后再来决定是不是还要继续，或者是就直接这个分开。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过渡的这个安排，或许对子女来讲呢也是一件好事情。不管将来或合或分，那么大家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呢都有一个过渡时期的这个调整。那去准备说来进行下一步要怎么样子来重建，或者是直接分开各自生活，我想对子女对于这个夫妻双方都应该是好事情。好，我想就是说其实我们台湾就是说经过了很多问题都是渐进式的，然后呢也经过很多人的讨论，甚至呢有些的案例就会跑出来，然后有一些人的委屈也会被更多的报道，所以呢我会看到我们台湾也是因为很多事情都会公开，然后大家来公开讨论，也许是有一些个人隐私的不谈，但是其他的部分都会尽量的能够来就事论事。那我其实也看到我们台湾的性别平等，其实在全世界的这个考核里面评比里面呢，其实台湾的性别平等的这个部分的分数都是名列前茅的。所以呢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大法官候选人就是说您认为我们台湾的性别分成哪几种性别？委员是说性别不是平等的？对，性别您指这个这个有同性倾向的这个朋友是这样子吗？我想应该性别不是光指同性倾向，我想性别应该是有分男性、女性，女性再加上一个跨性别。跨性别，对，我觉得我们台湾现在真的是在这个部分，等于是说已经可以接受比较多元的一些的性别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就是说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的这个法务部他有在研究一个东西，我想可能你也有参与到，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同性的婚姻或者是说同性的伴侣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可不可能在台湾能够往前跨一步，就是说既然是说有一些的需求，那我们针对这些需求的人，我们可不可以让他们享有跟异性的婚姻或者是异性的伴侣制度呢，能够有同样的一个权益，能够让这些的就是说人他不是被社会上一直排挤排到后面，或者说排到一个比较歧视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我想我们会把过去讲的是两性平权现在改成性别平权，就表示说我们的国家的整个方向它其实是往前迈进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对于一个婚姻或者一个伴侣这样子的一个制度里面，很多的朋友他们可能会希望就是说我们国家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法能够把它定出来，甚至在大法官的概念里面也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些的观念。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张大法官，你对于这个部分你是不是也有一些的可以让大家觉得说你的思想还蛮进步的这样子，可以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吗？好，是的，谢谢委员。是这样子的，我曾经在高雄服务的时候，那也曾经请了一位性别方面的教授那到院里头来做演讲。那我其实一开始我是对这件事情抱持着有一点点怀疑的态度哈。那我问教授说，究竟同性这件事情呢，是先天的或者是其他的因素？
那我甚至怀疑说有一些是不是可能被误导的。好，那后来我自己教授的答案，还有我自己看了最近然后看了一些文献，那我也才知道说其实有跨性别的这个倾向的人呢，其实几乎都是先天的。好，那这样子的人呢，在我们的人群里头呢，大概有3%到4%左右，我看到的文献是这么说的。对，这个中央研究院曾经做过研究，它有一个百分比出来。嗯，对，是蛮接近刚刚是大法官所提到的。那我觉得其实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声音，渐渐的被比较多的人接受，就是说呢，跨性别的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这都是这是人权呐、啊，人权的议题，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归属感，有一个家的这个归属感，有互相亲密关系的这样子的归属，那这样子呢，这个人生呢才会完美哈。那所以我也赞成说跨性别的这个朋友们呢，他们我们国家应该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机制，让他们呢能够建立像家庭一样这样子的制度。但是呢是不是我们现在的社会能够完全的这个接受呢？我没很大的把握，不过我自己是可以接受的。那我的建议，我的想法是说，我们可不可以仿照德国的这个立法，给跨性别的这个民众哦，有一个特别的法律的这个保障。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人祈求我们大法官能够做这样子的他们受委屈的一个状况的一个解释的话，你可能会往就是说跟这些人的见解会比较接近。是，我想是的。好，非常感谢哈。那我最后我想要提一个哈，就是有关于政府哈，因为呢，我们知道说政府它其实是有照顾我们国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呐哈。所以呢，现在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可能因为政府的经费不足，所以在一些的不管是说长照啦，或者是托育啦，甚至就是年轻哈这方面的保障，大家都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照顾哈。可是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宪法上面，我们就是说希望有个社会权，就有个人权，就是说你只要在这个国家成长，或者在这个国家生存或生活，你都应该被照顾。那比如说以老人来说的话，我曾经看过一个资料，他就讲到是说我们的老人贫穷率大概有20%哈。那如果是说我们的政府如果他没有努力的去照顾到我们国家的需要被照顾的人的话，这样情形会不会有违宪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呢？其实征修条文或者宪法本来就对于这样子的民众那给予这个照顾，那是有规范的，是有规定的。那当然因为政府财政的负担能力的问题，他可能哪里选择的多一点，哪里选择的少一点，那这个是这个是委员，这个是目前很大的一个难题。是，我想就是说我们希望对大法官有很多的期许啦哈。那这一次因为就是有7位的大法官提名，然后只有你一位是女性哈，所以大概对你的期待哈会是更高，所以我在这边希望。好，谢谢陈委员，谢谢张被提名人。下一位，我们请李委员冯军询问，询答时间30分钟。谢谢主席，主席，我们请张副秘书长。请张被提名人。李委员好。你好，好。就是刚刚坐在下面聆听啊、那个我们前面的同仁对你的一个提问，我还觉得还蛮有兴趣的啊、而且您答的我也觉得还蛮让我觉得也是觉得怎么说，就很觉得你可以这样子来
讲出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哦。其实在法律上来讲，司法哦，我在立法院16年哦，我坦白来讲，对我来讲还是很陌生。那我尽量的去努力，然后更尽量的去投入。那我打个比方哦，我大概这一辈子没有进过法庭过。那唯一一次就是在应该是今年初还是去年底哦，去做一个证人。那我委员，我们立法院以前的同事，给我收到一张证人的传票。那我坦白讲，当初我的心态我是很紧张。证人是要干什么的，我也搞不大清楚。然后又要跑到高雄，然后我那一天到了高雄，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进到法庭，我也什么我都搞不清楚，因为第一次嘛。啊，坦白讲，心情还蛮紧张。结果进到了法庭里面了以后啊，那个应该叫庭长吧，然后还有检察官嘛，然后我这边是我立法院的同仁，然后他就开始问，然后问了一堆以后，我就以证人身份我就答复了。结果检察官很凶的问我说：“啊，你怎么会来？”我就很莫名其妙，我说：“是你叫我来的，我怎么会来这里？”那这个就后来结束了以后，庭长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委员，你这个就是你看到的，我们现在台湾的司法。那希望你回到立法院，针对司法的改革，能够多加的投入跟帮忙。”啊，这句话让我感触很深，所以我这个整个的感受有两件事情的感受。一个就是在司法改革里面，其实我们很多不是只有百姓而已，你包括在从事司法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员里面，也觉得司法改革应该还要再继续的努力跟加油，这是第一个正面的。那第二个让我觉得检察官哦，我们检察官在起诉哦，这种有罪推定论哦，让我觉得很要不得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一开始这种冗长的这种司法的诉讼哦，光一个证人去那边的话，光一两天就有一点精神压力了。那你长期的这种在司法审判的这种的长期的，我们一刚我是比较不了解，可是我从侧面了解，光一件的司法在冗长的这样子的一个长期的这样的司法走下来，像前几天我看到一则新闻哦，有一个被判无罪，可是他也经过了20多年嘛，对不对？那这种的过程不是赔了钱就了事，那你如何还他20年？你到了最后他是无罪定论，可是他的过程里面20年，你如何还他这20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在。那这种的话，是说我们现在只是用赔偿的问题而已。那可是，对这一个人来讲，对这一个人的家庭来讲，他被折磨了20年。好，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我们在司法改革里面，特别是在检察官的有罪推定论的这种的前提之下的话，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检察官应该不能抱着有罪推定的这个心态。可是我没有说有罪，他差不多这种心态哦。都差不多，因为让我感触就是这种心态，你了解吧？检察官应该是从零开始收集证据，然后到他几乎可以相信，当然，检察官说是合理相信，然后是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有做了这件犯罪的行为，他才可以提起这个公诉。所以其实法律对于检察官的责任是有要求的。像是说，我也不知道这数据有没有哦。比方说，检察官所起诉到最后无罪跟有罪的比例，我们有没有做这样的一个调查？应该是有的。那比例高不高？对不起，因为我长期不在刑事系统，所以这个就是说，您也要去了解一下哦。如果这个比例落差太大的话，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对不对？是。哦，那这个比例落差太大，如果我所了解到，比方说在6-7成左右，那六成多，那是不是合理？也不叫合理嘛。
报告委员，其实法务部对于检察官起诉以后有没有被判决确定有罪这件事情，他们是有这个统计的这个追踪。我知道，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在起诉方面，我们更应该要审慎，而不是动不动反正来了我就先起诉再说，那就很要不得的一件事情。其实法院也有权对于起诉的证据太不够的这个案件呢，法院其实也可以是把它驳回的，是没有错了。那驳回的话，现在我们现在媒体就可以有时候就会去做一个判断嘛。当你驳回的时候，如果是受到媒体关注，比方说恐龙法官，现在我们常常讲的司法为什么会不受到，就是说变成法官的判定也好，检察官的判定也好，有时候常常会如何去拿捏，也要看社会的氛围嘛。那社会的氛围里面，可是它实质上对法上来讲不一定是等号嘛，对不对？好，所以就像讲的，那你法官的，比方说法官今天法官的一个判决，今天说就刚刚讲一个20多年的一个长期走下来，结果他的无罪，检察官不是重点，是法官嘛，对不对？是。那法官的话，那法官为什么会在这20多年里面这样子的，到最后是定了一个无罪？那这20多年，这法官前面的几个法官是做什么的？所以法官的评鉴，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恐龙的法官，我们是如何来做他的一个怎样子的一个淘汰机制？那这就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嘛。可是我们法官的淘汰机制几乎没有建立得很完善吧？报告委员，其实应该是法官法施行以后呢，这个法官的评鉴呢，其实案子是有在进行的。我也稍微准备了一下哈，从101年开始到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50件。申请法官评鉴，那么当年度已经结案，现在目前已经结案的有45件，那45件当中呢，请求成立的有19件，19件里面呢，送了监察院12件，那交给我们的人审会来处理的有7件，那有真正弹劾的有几个？好，跟委员报告哈。好，监察院提起弹劾以后呢，他要还要送给司法院有一个不是司法院的司法院有一个职务法庭啊，职务法庭呢是专门来审理被监察院提起弹劾的法官。那么到目前为止呢，10件送到职务法庭的案件里面呢，5件还在审理当中。有一件呢被休职6个月，有一件呢减俸20%一年，有一件降一级，有一件呢撤职停止任用一年，有一件申诫，这个是已经执法。所以我们这么多的长期以来就只有5件，而这5件里面顶多最严重的停职1个月一年，撤职了，然后只有一个撤职的意思就是说呢，他就是离开，就不能再当法官。我举个例子，像我们去年我们台湾的那个高院的院长，那个叫什么石木清的，是，他首开先例的将积案未结破表的3名的懒散法官考绩打饼，结果考绩打饼了以后呢，造成很大的震撼，然后呢？这个积案未结的超过100件的有8位法官、就是你们所谓号称的800壮士、然后呢，马上的加紧脚步，火速的将100件未处理案件呢降到几十件。那在这个会有2个问题出来，这表示长期的积案，这是一个。然后遇到了这样的以后，赶快尽速的处理，那就是草率处理了。那这个就是这2个都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耶。那这个在司法改革里面，我们的一个职务评比里面，你只要把它，我逼你，我要打你积案，那我考绩把你打饼，打饼了我，然后别的赶快大家赶快把它消完，消到剩下几十件，那至少我不会被打饼。那这个问题是不是现在才存在？这是长期的存在嘛？是不是？
那这个如何来去解决这个当前的我们现在的真正的一个乱象，这个才是司法改革里面我们所需要的，而且很急迫的嘛。那可是从我们这边看来，我们长期以来现在只有五件，才五件而已，而且对法官的整个的一个淘汰的制度，如何能够，因为大家是平等的嘛，你要对百姓的判生判死。你自己也要做到一个程度的该有的基本的社会可以维持的社会的信任度嘛。那你从一个这种积案的这种情况下来看，这就很要不得的事情了。那我们如何来落实他的司法改革？那这个就变成我们觉得很遥遥无期了，还去空谈什么样子的我们的对司法的信任？你觉得咧？那有什么方法？法官的办案呢，确实对他的考核是有某程度的困难度存在的，因为法官的办案呢，我个人觉得有两个度了哈，一个速度，一个深度。那速度呢，跟深度呢，其实这两个是一个紧张关系。我如果要调查的很深呢，可能我的速度就慢了。如果我要快速呢，就像委员刚才所关切的，马上案子降下来，那个深度就不够了。当然深度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调查对了方向，如果调查不对方向的话呢，深度也没有用。那所以呢，其实这个当中呢，我个人觉得我们那个庭长的角色呢，需要发挥的功能要发挥，那才能够呢适时的把深度跟这个速度呢加以掌握。那当然这方面呢，对于法官的这个考核或者是评鉴制度呢，目前其实司法院或者是像石院长都非常努力在进行。我觉得像石院长这种多几个的话，我觉得会让我们觉得台湾的司法至少还会重拾人民对他的信心哦，因为你必须要有魄力去做这个嘛。你比方说，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司法院的所谓的保护啊，就是有两个嘛。第一个就是永远不要让外界知道他们的全名，这法官的全名，对不对？哦，那这些法官即使遭到正式的惩戒，可是我们还不知道那个法官是叫什么名字。就好像你提的那五个，我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那有接受到惩戒，可是比方说你停职半年，他还是回到司法界啊，他还是继续从事他的职务啊。其实从我们法官评鉴委员会的外部网站哦，他对于评鉴的结果，他其实都有公开。公开，可是他没有全名啊。但是被照法院的这个哪一个法院，那大概就可以猜得出来是哪一位。用猜的，我怎么去猜？叫我去我也没办法猜，可以判断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司法改革里面，其实会让大家会有全民百姓对为什么司法这么不信任，坦白讲跟立法院不信任一样啊，差不多也好不到哪里去，都大概六七成。那问题在哪里？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在司法改革里面，我们是如何常常讲司改司改司改。那这一次司改改革基金会里面，我们的大法官十五个里面有五个进去，是不是？那这五个里面，你既然是号称司法改革，我不要更不要谈说是不是因为怎么样，为什么有这么样的比例这么高的进去？可是进去了就进去了，那你们如何去落实司法改革？你们这五位大法官，你们的责任就更应该要去严肃的去好好的去面对这样子，大家对你们的期待嘛，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哦，那另外一个哦，也是这种哦，我们的这个法律的那种判决条文啊，我坦白讲哦，拿来给我看，我看不懂。这个就是我们引述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法律条文哦。是不是应该要做改革的时候？那个写的那个内容啊，我想专业的以外的人的话，素人的话很难去了解。那应该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让它更白话，然后让我们的一般的庶民百姓能够更了解？
我想这个也应该可以纳入司改的一部分吧。其实报告委员，对于裁判书的简化哈、这件事情，其实司法院确实有在努力，不过呢，这个努力是革命尚未成功了。我们还要革命尚未成功，那怎么办？努力，那当然同志继续努力。同志继续努力，你同不同意我的说法？同意。同意嘛？那同意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的去，一定要走到这种我们怎么说？这种让人家看也看不懂的这种法律条文的这种，是它的原因是在哪里？我也搞不懂。有的时候是因为条文本身。他的这个专业的用语呢，就不是我们一般日常生活的这个用语，所以如果法官没有把它转为比较白话的表达方式，他用直接用法律所用的这个文字来讲的话呢，就会有民众呢要接近这个判决书的这个困难存在，这是事实。所以呢，把判决书转变一下风格，然后可以比较白话一点，这其实对法官来讲是需要努力的，但是呢，也是，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法律用语就是这么困难。我也不知道了，不过我也希望这个应该更亲民一点，而且不是每一个人都请得起律师。是对不对？是。当你开始是要自己去研读法律的判决文的时候，自己要去了解的时候，不是每个人，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所谓的平等嘛。这就好像您刚刚前面的委员提到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我们讲的叫什么？这个 CEDAW 是？就是什么叫什么？消除对妇女的这个歧视公约嘛。是。这是两性的这样的一个平等嘛。所以刚刚前面那个委员提的，我也蛮有兴趣的。你说通奸罪，你刚才那个答复哦，我觉得也蛮不错的。谢谢。可是我也想请教一下，像通奸罪，在世界各国还有通奸罪的国家，有哪几个国家？好像只有我们跟韩国，好像最不久以前出罪了。好，我印象中好像只剩两个国家，只剩两个，中国大陆也没有。我不知道了，我讲真的，我不知道，你不要犹豫，我完全不清楚，只是刚刚我听到而已，所以我还蛮有兴趣的。他是这样的哦，如果是真的是全世界几乎都没有通奸罪，那为什么我们台湾还有通奸罪？那我们就必须要去面对，也要去看它的内容。那通奸罪就像您刚刚的答复里面的一个打法，就是说都是成年人了，一旦你会去出轨，如果你还去勉强的维系这两个的之间的婚姻，没有所谓的幸福两个字。刚刚你的答复是这样，我很认真听哦，没有错吧？没错了哈，是，哦，没错，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时候，如何来用这种一个法律的去约束他们，去约束他们两个的几乎是没有幸福的婚姻，它的意义是不是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是您的一个逻辑嘛？刚刚答复的逻辑嘛？是。我用这样的诠释应该没有错嘛？是。那另外一个逻辑回过来就是说，夫妻财产制，好。夫妻的话，财产的话，如果离婚的话，是不是各一半？是不是这样？是。那如果夫妻离婚各一半，这个就又牵扯到另外一个层次。因为我坐在下面，你这样答，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我不懂，哦，我不懂。可是我有这样的疑虑在的话，就是说，那我如果这样子，我刻意去制造一个通奸，然后我离婚了，我拿了一半财产走。会不会有这种疑虑的产生？我不懂。哦，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是不是会延伸出来的类似的这样的问题出来？啊，委员这个问题考到我，委员是说，因为有了通奸罪，所以
所以是没有啊，因为你的通奸罪，你就因为拘束着他，你就不敢乱来嘛。是，因为有法律的约束嘛。当你没有法律约束他的时候，可是我跟他已经没有幸福两个字了。可是我财产，我至少我要带点钱走吧。那你要我离婚的话，是不是夫妻财产要各一半？是。现在我们的法律里面是这样嘛？是。对不对？对。那我如果我这样子我去通奸了，可是法律如果通奸除罪的话，我没有罪了。可是我又可以拿到一半的财产走人，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的一个现象？那个是一个请求离婚的，可以判决离婚的原因，但是假如那一方不想要离婚的话，没有，所以在法的行为上，通奸有罪的话，那你是犯罪在先，你没有资格来申请离婚的一个财产要需求，你懂我的意思吧？是是。我虽然我法律我不清楚啊，可是这应该讲得通吧？是是是。可是当我通奸除罪了以后，那我没有幸福可言的时候，我不能这样平白无故的我就跟你离婚，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吧？为什么夫妻财产要共？就是说保障嘛，这是一个保障。为什么会这样子？也是我们讲的就是两性平权嘛，保障妇女嘛。我们会有建立这样子，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嘛，是不是？是。所以，当你在决定这件事，你今天在这个地方，你要来决定是不是通奸罪无罪化的时候，是应该要有很多的面向要去考虑嘛。哦，这是我的感受，而不是答得那么快。你懂我的意思吧？那委员，其实任何一个机制哦，都有人会走法律漏洞。对啦，这个是这个是法律漏洞，可是这个也不能叫做法律漏洞，因为这个法律这个本来就是在保障弱势的一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就绝对是在保障的嘛。搞不好，可是现在社会改变了，搞不好女的赚钱比男的多啊，对不对？是哦，也有这种现象出生，可是这种现象毕竟在台湾现有的社会里面。毕竟还不是多数嘛，哦，所以一个通奸的一个除罪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议题里面，我们必须还要去严密的、充分的去把它讨论，等它成熟嘛，这个我们叫做成熟嘛。好，哦，像美国的话，他动不动就是走法律，动不动怎么样，甚至于在结婚的时候都要先签那个叫什么离婚协议书，是不是？要结婚的时候先要签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现在台湾好像也是这样子吧。我不知道，我没有那么先进。没那么先进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就是一个，因为我坦白讲，今天我也没有去想到那些，只是刚刚坐在台下听到，那我突然就脑筋里面就冒出了这两个方向出来，对不对？哦，那另外还有一个哦，我也觉得也是很类似这种很纳闷的哦，像我们立法院哦立了一个法。在这个应该是2010年，做一个分界点，大陆的学历，2010年以后，我们承认你的学历；2010年前的，我不承认你的学历。你觉得这叫法吗？我当然没。我们现在哦，立法院以前立了一个法，在2010年，你只要我们的台商或者任何人去大陆念书，拿到的学历，2010年做一个分界点，你2010年以后去念的人，你拿的学历文凭，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承认你。2010年前，比方说你2000年去拿到的学历。你拿到北京大学的博士，对不起，不承认。这个法，你身为一个大法官的话，你觉得这个法合理吗？我猜测哈，因为两岸关系条例呢，基本上呢，台湾原则上前提是不承认大陆的这个学历，除非主管机关。对了，现在是这样子哦。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你讨厌他可以。你不喜欢他也可以，两岸关系紧张也可以，即使他是共匪、共产党都可以，
可是现在人家的北京大学，人家的清华大学，是不是比我们台大排行还在前面？这也是事实，这也是事实。那你要嘛你就全部不要去承认人家，那你就画一个2010年，画一个这个点，他这大学也不是2011年后才成立的。所以我就是这个，就是在这种我是觉得很莫名其妙，我也搞看不清楚。然后跟他们讲，其实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只是我觉得这个，觉得我们这个在立法的精神里面，这个就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嘛。就好像同样的事情，我们现在的外籍配偶，我们现在有好，现在的外籍配偶非常多嘛，包括越配，还有什么？还有大陆的配偶，还有一些什么外籍的配偶，还有美国的啦，各方面的，他们的这些的外籍配偶，他们要纳入我们的国籍的限制，每个国家几乎都不一样。那为什么？如果是在讲的所谓的我们的两性平等的话，那是因为他出生国不一样，所以他要变成我们的纳入我们的国籍，他就会不一样。那你觉得这个合不合理？不知道怎么答。确实，确实有些不合理。这个就是像是说我们在办这种居留规划哦，你把它切成这么多的不同的标准，它的原因是在哪里？我也看不懂。要么你就干脆你禁止他娶外籍配偶嘛，对不对？那你既然同意他娶了外籍配偶，可是你把他每一个国家定的标准不一样，全世界大概也只有台湾这样而已啊。这个同样的问题啊，那你学历认证是在看你在国外你念的这一所大学是不是野鸡学校，是不是符合在整个世界国际的属于他该有的一流的学校，或怎么样子做，是用学校来做判断才对嘛，而不是用这个国家来做判断，这都不对了嘛，是不是这样子？是。你今天在那个地方，那你要不然的话，以后你其实我所以我从这个外籍配偶，还有包括这个学历的认证，我就觉得非常的突兀啊，我没有办法去理解到为什么会去做成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出来。就学历的部分，委员这样说明，听起来是不符合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呢，我们承认学历，就是如同委员所讲的，是看这个学校是不是没错啊。我们这个认为可以符合跟我们至少跟我们国内它是正统的办学，正统的办学，你正统的求学，该拿到的学分，该怎么样经过的各方面的审查，都是一切都是依照该有的机制走的嘛，而不是说我今天我交了钱我就可以拿到文凭的嘛。那我们要的是从这里做区分吧。是不是这样的？是，而不是从那边就做区分嘛，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就是也是我也不知道了哈，只是今天恰好刚刚有感而发，坐在台下听到前面的委员在提哦，包括空间的问题也好，包括这个同性的问题也好，哦，其实，在我们的一个台湾的社会里面哦，我们很需要的。这毕竟像是同性，他们毕竟是弱势的部分，就像你讲，大概3%左右。那如何来去抚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台湾要去寻找的共识，还要花很长的时间，还要花很长的时间。就好像之前也刚刚提到一样，参审制、陪审制，就好像回到我们的立法院那个我们政府一样，那你究竟要不要内阁制？内阁制的话，我们的立法委员的素质有没有达到可以去做部长的这样的一个一样道理嘛？啊，你好，谢谢李委员，谢谢张贝提名人，报告全院
委员会休息十分钟，休息之后继续进行询问，现在休息。
报告全院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委员询问，请黄委员国昌询问，询答时间为30分钟。谢谢院长，麻烦有请大法官被提名人张琼文法官。请张被提名人。黄委员好。张法官你好。针对时代力量党团呢、在发给你的问卷当中，请你针对你的任内所做的10个意义影响重大的判决，你提出了10个判决，其中有一个不是你主笔的，但是你很清楚的把它载明。那对于你这样子的精神，我个人是表示肯定的。谢谢委员。是你写的就是你写的，不是你写的就不是你写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法律人，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基本上应该有的分际。是。张法官，你应该知道，这一次大法官提名当中，您是唯一一位女性的被提名人。是。还有妇女团体哦，对于这一次的提名啊，事实上，他们表示了遗憾。那当然，他们指出来的是说，除了生理女性的比例比较低以外，应该重视性别平等的进步价值。当然包括了性别的比例、性别的意识跟双重进步的意涵。对于这些妇女团体啊，他们所提出来针对这次大法官提名的批评，你有什么看法？所以，委员的意思是说，这个只有提一位，你会不会觉得太少？只有提名我太少，是不是？我觉得，我想这个是总统的这个权责，我不便智慧。那当然，刚才蔡益瑜委员也有提到一个有关于女性的这个在各种的这个组织里面的这个比例，是不是要被这个法定的保护，或者是说要被完全的这个关注到？那我个人其实对这个问题，我曾经小小的思考过，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那当然我有一个或许啦，因为我并没有去看过很多的这个资讯。那我个人是觉得说，刚才我也这样回答蔡委员，就是说我觉得在女性的受教权啊，或者是她的遭遇到困难的时候的社会扶助啊，这些相关的张法官，我们尽量不要把问题发散了、就是说刚刚第一个题目你说这是总统的职权，你不方便表示意见嘛？那我现在进一步啊请教您，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生理的女性，我们可能先姑且不论，你认为就性别平权啊的意识，您是不是一个具有性别平权意识的大法官被提名人？我相信我是。我们在问卷的时候有问到针对4至728号，就有关于技师工业之前限制男生只能当派下员。那我们认为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跟有关于性别平等的保障是不是有违背4至728号以及技师工业条例里面标的第4条的规定。在5位大法官的回答当中，我非常惊讶的发现4位其他被提名的大法官都表示这个跟宪法有关于男女平等保障的意志不符，但是只有您的答案是最特殊的，你把它区分成2种状况，有一种状况是规约没有规定的话，那这个时候你认为是违宪，但是规约有规定的情况之下，你认为是不违宪。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4至728号李正山大法官的不同意见书。哦，
我应该很快速的有看过。针对您现在所持的这样子的立场，你有没有什么进一步要说明的？因为大概四至七百二十八号出来了以后，所有大概关心妇女平权，不管是团体还是学者专家，对内耗的解释文有非常非常强烈的抨击。内耗的解释文对于宪法的第三人效力所保持的看法，以及利用司法自治原则当作包装，在规约有规定的情况之下，容许他们歧视女性。我不晓得张法官，您为什么认为这个解释文在这个部分的解释是合宪的？你可不可以进一步的说明？因为你的书面回答非常的简单。好，因为是这样子的，因为知识工业条例在处理的那个部分呢，是指在这个工业在条例实施之前的这个工业哈。那这个工业呢，本身很可能它有非常长远的这个时间的。哦，那其实大部分的工业也都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就是它成立的时间是非常早期，很可能从日据时代就开始的，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时空条件之下，那既然当时的这个成立的人他本身的这个意思呢，是希望能够男子来这个承受这个工业的这个派下。对啊，因为做决定的都是男人啊，不是如此吗？男人写的规约，然后里面规定只有男的可以继承，实际的状况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在回答这个宪法问题的时候，你去区别有规约跟没有规约这两种情况。我现在在请教您的是，你区别对待的正当化的基础在哪里？如果是有规约跟没有规约，你回到契约自由的原则。但是现实上面，我们大家都了解啊，当初那些规约都是男性在家族里面掌有权力的人他们所写的。是，那应该是说区别有规约的情况，是因为这个结社呢，已经是由来已久的一个这个历史的呈现了。那所以呢，这么久的一个历史的这个呈现呢，我们我觉得要尊重他们。那至于说假如他没有这个规约的约定的话呢，那应该要接受我们现代化的这个法律思潮的这个。没有啊，你如果说子女如果从姓的话，如果是从父姓，那也有很长久的历史形成的既定状态啊。你如果是用法安定性当做你区别对待的理由的话，你要怎么解释去其他的状况呢？因为接下来你所担负的责任啊，是大法官释宪的工作，你应该很清楚。你所表示的每一个看法，都会对于我国司法实务，甚至是人权保障，造成非常强烈的冲击。是，所以我认为已经这么长久的历史下来的，我们应该加以尊重。那当然就是一个结社的自由，一个司法自治，然后就是一个法安定性。对，那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我说子女从父姓从母姓，那个也是有很长久的历史渊源啊。但是这个条文，这个现状的情况，并没有对于大法官针对这个部分的解释产生任何的影响。对不起，我刚才没有听清楚这个委员的意思。委员的意思说，子女从父姓或者是母姓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是。那当然，这个就是因为时代发展到这个样子，然后女性的这个受教育的，没有错啊。技师工业的问题到今天也是时代发展成这个样子啊。那现在我在问你的具体的啦，的法律问题是这两者之间区别对待的正当化基础何在？它的正当化的这个基础。没有关系啊，时间有限啊，我可能把相关的问题丢出来，那让张法官再回去思考一下，因为后面问题还蛮多的。是。第二个问题啊，张法官，您在任法官的任职期间当中，有没有人跟你进行司法官说过？请注意哦，就是说，就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在进行国会的审查。张法官，您在任法官的任职期间当中，有没有针对您所承审的案件？有任何的人来跟你进行关说？如果是个案的话，我认为是没有了。
哦，没有。但是我曾经遇到过早期办一个国赔的案子，这个案子呢，你说它是官说，我觉得也不。也没有到官署，没有关系。我先确定一下哈，除了你刚刚所讲的国赔的案件以外，你没有遭遇到任何司法的官说，在你任法官的期间当中，在我的印象当中。好，那我现在接下来请教张法官呢，就是如果有法官针对诉讼系数当中的案件，跑去找别的法官官说，进行官说的法官，您认为？应该要给他什么样子的惩戒处分？要免职、撤职、休职、降级、罚款，还是申诫就可以了？您在行程厅待过吗？是。哎，这个问题应该不困难吧？没有，我的问题很简单啊，有个 A 法官啊。针对诉讼系数当中的案件，跑去找另外一个法官官说啊，叫他判没有罪啊。所以，那个委员是希望我能够决定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这个惩戒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没有错程度是合宜的，是是不是？是。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选择撤职。撤职？是。你为什么不是免职？免职跟撤职有什么不同？免职是，他从此以后就不能够再担任公务员啊。那撤职呢，是撤他的现职，但是他很可能再重新有担任公务员的机会。你觉得这样子的法官还应该让他回任吗？如果他有其他的专长，不涉及这个司法。说不定他到行政机关去，或这是一个具体的案子啊，在2011年酿成轩然大波，最高法院跟高等法院各一名法官帮系属的个案去进行官说，结果公程会出来，一个是休职6个月，一个是降两级改续，你觉得这样子处分的结果？符合我们真的对法官的伦理跟职务要求吗？公惩会的决定，我没有办法为他做这个。没有关系啊，我现在只是想要测试你啊，就是说，对于法官伦理要求的这件事情，您心中的那把尺在哪里？所以，如果是您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处分？根本是轻轻放下，这符合人民对司法改革的期待吗？没有，因为我今天有非常多的委员啊，在这边讨论人民对司法的公信力了。那我都不去讲说法官判决跟人民的期待有落差的情况，我只讲一个最基本的事情。那个最基本的事情是说，司法绝对不能官说。当一个法官去官说的时候。我们的整个司法体系的反应，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要人民如何信任司法？你要人民如何信任司法？法官对法官的影响力，法官对法官官说的影响力，跟一般人民自己去官说，或者是找有权有势的人去官说，它有程度上面的差别。但是我为什么特别问这个问题？我就是希望知道你心中的那把尺，这样子的人还适合担任法官吗？委员，从我刚才的选择，您应该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了。我知道您从司法实务界出来了，司法实务界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啊，就是同人之间彼此之间不要相互得罪。那这个风气跟文化我完全都了解，但是你今天一旦当了大法官了以后，你要可以承受得住压力，你要可以承受得住压力，那个承受的压力是作为宪法的守护者。作为宪法的守护者，你有很多在视线的时候所做出来去彰显宪法对于人权保障最低度的强制保障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必须要反民主多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能不能抗得住那一个压力？没有随波逐流，不会因为
在司法同侪彼此之间，你说交好也好，或者是同事情也好，挡不挡得住压力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清，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是很期待你能够很勇敢的告诉大家，这个惩戒的结果令人无法接受，令人无法接受。其实委员，您刚才也提到实践我自己所提出来的案子，那实践当中至少有两件，就是我的想法跟所有的同事都不一样，但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那这当中其实各中当然就是有您刚才所提到的同侪之间的压力的问题。在你担任司法院副秘书长的期间，或者是之前在行程厅的时候，司法院是不是有办过法官全面的评核？有。评核的结果，评核的结果有多少法官因为全面评核而被送评鉴？全面评核不是我在司法院服务的期间做的。那因委员刚才的问题呢，我想应该是没有。零件嘛。那你觉得这样子的全面评核有发挥当初全面评核的制度目的吗？这样子的全面评核你认为有没有时效性？因为现在办全面评核嘛，我也知道你们花了很多的资源下去做嘛，做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那就是里面有不合格的，但是也没有送评鉴。那对于我们来讲，我马上要面对一个问题啊，那个问题是全面评核是浪费全体纳税人的血汗钱，一个无意义的动作，我干脆把它废了，还是要去强化全面评核？你觉得这两个方向，我们应该未来在司法改革应该走向哪一边？我想强化全面评核确实是司法改革一个可行之路，但是呢，我想制度的设计可能需要再更精致一点，或者制度设计再精致没有问题嘛？是针对全面评核这件事情，司法院在过去几年来到底提出了什么精致化的诉求？有提什么精致化的方案有吗？确实我不了解。司法院过去几年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干啊，就全面评核这件事情你说有在改善的必要啊，问题是司法院提出什么改善的具体措施？来，您在您的履历上面写说你曾经参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制定吗？我在你的履历上面啊看到的，好，《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74条，我请问你，经过我国法院裁定认可的中国法院判决，有没有羁判力？它应该是有执行力吧。有没有羁判力？有执行力，这没有问题吗？没有。是不是有羁判力？没有。报告委员，《两岸关系条例》不是司法院主管的，那我曾经在司法院早期调办事的时候，那在那个制定两岸关系条例的过程当中，曾经参与过那个会议，应该是这样子。对啊，你参与过会议，第七十四条的制定当初没有请教你的看法吗？没有请教司法院的看法吗？这个条文行政院自己写得出来吗？我不还是你忘记了。当时你忘了就说你忘了啦。我确实是不记得了。OK。你赞不赞成中国法院的判决在台湾裁定认可了以后应该要给他羁判力？我不赞成。不赞成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司法制度还有他整个调查的程序的严谨度跟我们台湾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落差。你的意思是说他司法裁判品质低落嘛？是不是符合法治国的原则？是不是满足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从我国的法治观点来看，都有个大问号。所以你不赞成给他羁判力，我这样解释对吗？是。没有这个问题哦，其实是因为你上面在履历上面写说你有参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制定嘛，所以我就拿出来问你啊，因为在我的想象里面，行政院大概是自己没办法写这个条文啊，
在我们的实务运作上一定是司法院的专家过去写的啦。这个条文过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都被我国法院的实务见解认为是有羁绊力的，一直到1996年台上至2531号的判决才根本颠覆了以前的想法。来，刚刚在委员在质询你的过程当中也有提到有关于行政法院税务诉讼的问题。张法官，你知不知道在我国的整个税务诉讼当中经常出现的状况就是案件上上下下不断的往返。诉愿机关他即使认为就是当初的时候行政处分被维持，提到行政法院，行政法院把它撤销，结果原处分机关又做出跟原来的处分差不多的处分，又上去什么？又上去行政法院。行政法院撤销改判的时候，原处分机关又做出跟前面差不多的处分。具体的案子，1977年到现在2016年，还有案子都还没有确定的。来，作为行政法院的法官，作为行政法院的法官，有这么久的经验，您认为这一种畸形的现象要如何改革？第一个当然是，法官必须在税法的部分呢，再多就是自己要做事实调查，做事实认定。现在的法官有自己做事实调查、事实认定吗？还是只在就原处分有哪个地方环节有违法的状况，就撤销回去，让原处分机关自己做？我个人是认为应该尽量自己调查，除非那个税法的案子是专业到相当高度的专业，法官没有办法自己做处理。那甚至呢，找这个……那我现在具体的问哦，在你所承办的案件当中，或者是你所知道的高等行政法院的案件当中，有多少比例的法官有在税务案件当中自己所做的判决，原税务机关到底应该要核科多少钱，自己有办法去做事实认定，不会让这个案件这样上上下下来回往返？还是绝大多数的案件事实上都没有做事实认定，自己没有办法去定那个税额，直接丢回去给原处分机关做？可能具体的个案情况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时候呢，法官会跟稽征机关做，或者是跟原告一起做讨论以后，然后他们会可能共同同意一个税额，然后双方就达成和解了。那这和解的这种情形呢，在没有这种和解的情形先放旁边嘛？这个和解的情形就不是我们担心的事情嘛？如果双方当事人能够和解，那这件事情当然解决嘛。我现在问你的是，在我国行政法院判决当中，有多少是法官自己认定事实、自己核科税额的？有10%吗？我因为没有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统计资料。没关系啊，就按照你自己所承办的案件当中，你自己有认定事实、核科税额的比例有超过10%吗？这个都是事后可以检证的。其实我真的不记得。除了加强法官的专业以外，你认为现在万年税单这一种税务案件还有什么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实体上、程序上，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今天我们在谈的都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情了，这个是我国司法的成额过去这么多年来共同累积下来的。那我现在只非常好奇，您作为行政法院的法官，又在司法院当中担任过行政职，那针对这个部分，你自己个人认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或者是司法院到底做了什么努力去改变这个现象？因为这个现象是从以前到现在不断的都在存在，纳税义务人都快要疯了，这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我被你折磨了十几年。然后不管是具体承审的法官还是司法院，都没有拿出一套办法出来。那你能怪人民对于司法充满了抱怨，对于司法不信任吗？现在我跟您谈的都还没有说什么媒体上面渲染恐龙法官、奶嘴法官的事情，
我尽量都不要用那些比较形容词汇。但是这一种审判实务上面活生生血淋淋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司法院过去到底做了什么？您作为法官认为这件事情要怎么解决？我想是法官愿不愿意承担的问题。现在看起来就是法官都不愿意承担啊，那怎么办呢？我们又要保障这些法官啊，评鉴太严的话又担心说会影响法官就任的意愿。我们从实际上面的效果来看，就是法官不愿意承担吗？那他们是不能还是不为？是能力有问题还是其他什么环节出了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答案，今天我们在谈司法改革都是假的。你不知道问题之所在，你要如何改革？那改革就是花拳绣腿开开会，然后最后不了了之。我想当然强化。下一个问题哦，税捐稽征法前几年设了一个纳税义务人权利保护的专章，请问张法官知道吗？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专章在你们税务案件实际上面所发挥的影响力是多少？我不了解。有学者很清楚的、很仔细的去分析啊，把所有有引纳税者、纳税义务人权利保护专章的条文全部都找出来。全部都找出来以后，他就分析纳税义务人去援引这个条文，去援引这个条文了以后，对于他实际上面诉讼的结果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出来的结果，影响趋近于零，没有任何的 impact， 没有任何的 impact。您在税务的诉讼上面啊，您认为目前原告跟被告是处于五级平等的状态吗？不好意思，张法官，您有听到我的问题吗？有 我在想，您是指武器不平等？我在想，您指的武器不平等是指的是各方面啊，不管是说从专业上面，还是从进入诉讼的资源上面，你当法官，你应该很清楚啊，那到底是大人在欺负小孩，还是两个在平等的地位上面进行攻击防御？这不是诉讼法的第一课吗？是，确实，诉讼法上呢，其实行政法院的法官呢，被赋予比较多的这个责任，要去协助比较弱势的民众的一方，所以呢，法官必须要对人民的陈述呢加以阐明，然后尽量呢让他能够把自己的意见呢陈述清楚。啊，这诉讼法的规定我都了解了，现在我没有再跟你讲阐明义务的事情了，我说以现实上面。以现实上面，因为我已经告诉你实际上面嘛，在改实体的要件的时候，对我国税务诉讼的冲击几乎是零嘛。那我现在问你的是，在实务上面你所遇到的情况，刚刚我们已经把法官面的问题所讲给讲完了嘛？那我现在在问原告、被告面的问题嘛？因为这些问题如果问起来都不知道，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那我不知道我们接下来的行政诉讼要如何改革啊？因为行政诉讼是人民对国家，那个对于人民对司法的印象，不是我们一般平常在讨论的只有刑事诉讼的部分，行政诉讼的部分也是一样啊。来，我再进一步请教您一个问题哦，你七月到立法院来备询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以副秘书长的身份。是。那你说你反对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修正，也就是对于法官跟检察官的国家赔偿责任，以违背职务有罪判决确定者违宪，这件事情的修正您反对。那你那个时候，我大概体谅你啊，是站在机关的立场来讲这句话。你现在还是抱持一样的看法吗？那要看委员主张是要修正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先告诉我说你赞不赞成现在这个法律的规定吗？那你如果赞成就赞成，你如果不赞成，那我们进一步来讨论这个法律的要件要怎么改。我觉得可以做某程度的修正。
你觉得可以做某程度的修，你觉得可以做某程度的修正吗？所以你那个时候七月在立法院备询的时候那样讲，是因为司法院指示，所以你才那样子说，是吗？因为我白纸黑字在这边我看过了，你那时候表达的立场是你不赞成修正吗？那这个事情，这个问题其实一点都不新鲜啊。所谓不新鲜是说，欧月生老师在1980年代，那陆陆续续有非常多的公法学者看到我国国家赔偿法第13条的要件，司法权的本质，司法权的本质本来也是国家权力行使当中的一环啊。他针对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去限制了那么严格的要件，是不是符合整个国家赔偿的意志，有很多论文来加以讨论啊。所以我看到你抱持反对的立场，我觉得非常的惊讶。不过你今天澄清了，如果是你，好，谢谢黄委员，好，谢谢张被提名人。下一位，我们请李委员燕秀询问，询答时间为15分钟。是，谢谢主席，请张法官。请张被提名人。李委员好，张法官你好，辛苦了。您现在是司法院的副秘书长哦。今天我们在做大法官的审查的案子，我就先从司法院的改革开始讨论了。我也关注到，最近民间的司法改革基金会有针对于法官的提名人，上个星期公布了一个评鉴报告哦。这个评鉴报告当中，这一次的七位提名人当中哦，您刚好是您是这七位当中其实是一个唯一的女性。其实我个人对你有很多的期待，我今天观察了一整天一整个下午前几位其他委员的质询，我对于您的回答其实我个人是到目前为止我相当的肯定。但是我比较关注到的是在上个星期的评鉴报告当中哦，您是在所有司改会的评鉴报告当中，您的分数是被他打到一个刚好是一个及格的边缘哦，这个还是在还没有回复九个问题之前哦。当然它或许不是一个唯一的指标，是不是适任大法官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存在哦。但是回过头来我还是要希望就后续回答的问题，包括在整个审查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继续关注您的回应的几个问题，我们再来去做后续的观察哦。我回到司法改革的议题哦，司改会本来是要在今年十月就开始召开哦，但是可能会延到年底。我也关注在民国88年的时候，我们有类似像司法改革委员会的会议，当时是定了一个10年的时间，我们希望在民国99年12月31号为止，我们未来的司法院应该是司法一元化，也就是把现在的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包括公务人员惩戒委员会，未来审判都应该回归到司法院。你是不是认同这样的方向？过去这司改会一直在提司法一元化，你个人是不是认同这样的方向？应该这么说，就是说要不要认同呢，有很多的考虑，一个就是理想在前面，那接下来是我们要怎么样做到。好，过去我们花了10年，88年到99年，照理说它是一个既定的目标。我当然也不希望今年年底的司改会只是一个口号喊一喊，又是一个法律人大拜拜，而是诚如蔡英文总统所说的，这是一个人民的司法改革，未来是一个人民相信的一个司法哦。所以未来年底这整个司法改革如何落实，司法一元化能不能达得到，或者是未来的改革目标如果跟你个人的理想是不认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怎么办？委员是这样子的，其实88年以后呢，司法院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进行法律的修改，或者是呢人员的这个调整的准备。那但是呢，法律的修改呢，在立法院呢，过去的立法院呢，受到很大的这个，就是说没有被立法委员接受。所以那次的改革为什么会没有办法成功，就是因为
立法院相关的法案提到大院以后呢，大院是没有通过的。那没有通过的话，因为这个530号的时间，那个他要有那个张法官，因为今天我时间很短，我个人只有15分钟，那您就提一提，你对于未来这个整个司法改革，你的期待是什么？如果你认为司法一元化它只是一个目标，其实太有理想达不到，那你觉得今年年底 你心目中期望的司法改革的目标可以达得到的是什么？我期待人民参与审判一定要实施。好，你刚刚也提到，我也关注你刚才回答蔡议员委员，你有提到说人民有权利有机会对司法的参与哦。如果现在的官审制是包括许中立许教授他也不认同的，刚才你也说你不认同，或许是参审制，我刚才听到您或许比较认同参审制哦。这个参审制是仿照日本跟德国，是一群学者专家，但是对人民来说，那群学者专家那还是另外一群人。你如何把这群学者专家让人民觉得说他是跟我站在一起的？其实或许还是有落差哦。报委员，其实现在想象中的人民参与审判呢，并不是用学者专家，他是素人法官，他是素人。但你刚才提的是日本跟比照日本跟德国嘛？日本的也是素人。那你提到未来也是素人喽？是素人，因为他是参与的是刑事审判，所以我们是要去了解民众对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这个想法。所以基本上是素人，如果是专家的话就是间谍。好，所以你支持是素人直接是可以参与司法的参与权哦。但是未来国人实质上是多认同乱世用重点，有时候有一些事件又容易因为媒体不断的重复报道，民众的情绪可能又有不同的认知哦。所以未来这个如何确保裁判的品质跟兼顾人民对司法的信赖哦，这个中间这条线到底怎么去切，其实未来在法官上在司法改革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期程跟目标。那刚才提到的参与权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落实，或者它又是一个口号而已？我相信 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是刻不容缓，应该我想许院长上台以后，当然这是他的职权，然后不是一般大法官的职权，我相信许院长上台以后他已经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宣示了，这个基本上应该是司法院会提案向大院提案来做这样子的人民的参与权，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确定的。好，我也期待未来司法的权利人民参与之后有机会拥有更好的品质，这个品质这个结果也是人民会信赖的司法院哦。接下来我要提到关注少数人的基本人权哦。在宪法当中其实是民国30几年制定的哦。张法官，你对于现在很多新兴的国际公约基本权利你个人认不认同接不接受，包括比如说现在这个联合国也常在提到消除妇女的歧视，包括原住民的权利，包括我们最近谈论很多的两公约等等，你个人接不接受承不承认？是大法官本来就是要根据时代的发展，然后全世界的宪政的先例或者是 学术的研究的成果，包括公约的约定的情形来做这个过去的宪法的这个，所以你愿意接受这些新兴的权利是跟国际化潮流在走。其实好，那我接下来要问的其实是最近媒体新闻报道很多的，在宪法第二章当中虽然没有提到，但是也是人民所关注最多的，最近常提到的环境权的问题。这个礼拜可能下个礼拜又有一群人要上街头为了环境权的权益哦。在宪法当中虽然第二章没有列到环境权这件事情，但是参与环境决策的资讯包括公民的参与跟司法诉讼公约都有提到人民对于环境的资讯请求权的重要性哦。这件事情张法官你接不接受，你承不承认环境权这件事情？我接受，我自己本来就很关注这个问题。好，因为我最近看到很多篇文章，包括彰化的台化这件事情哦，我想如何在包括现在，这都是少数人的权益，但是少数人权益往往会跟经济价值的主流有时候会有很多不同的冲突。譬如说，不只是彰化台化，这是民营厂，包括我们国营事业中油、中钢，
中石化等等，在高雄它就是空屋哦。对于人民，它或许是提供国营事业服务全体国人，但是它对于当地的环境权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当然张法官，你对于环境权的承认的解释，我也希望未来对于很多像跟环境相关的一些解释，宪法的解释，我也希望你能够挑战多数，挑战这个多数人主流价值经济发展的意见，坚持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意见哦。那接下来我要问一下有关于最近也是少数人的权益另外一件事情，每年这虽然是人数很少，但是我关注的程度其实是非常高的。每年大概有14000个依亲居留的案子哦，平均每一年外籍配偶外籍配偶，那大概有每年大概平均大概有2000件左右遭拒绝哦。在内国法化当中有提到这公正公约跟这个金社文公约有提到家庭权这件事情。但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遗憾的是，在最高行政法院当中，在103的决议，它是舍弃保障基本权利的见解哦，就是说这个本籍的配偶事实上是不可以申请诉讼，没有诉愿的权利。但是我们自己行政院的诉讼委员会却是肯定提起诉讼的合法性，也就是说我们行政院的诉讼委员会是走在法律的见解之前。你个人认为这件事情当时103最高行政法院的解释，你个人认不认同？我不认同委员。其实我过去早期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有遇到好几件这样子的案子。那我认为呢，家庭权是应该受保护的，不管是两岸关系条例或者是外籍配偶的这个依亲然后规划，这些为什么要给外籍或者是大陆籍的这个配偶来台湾的权利，本来法律就隐含有保障家庭权的。所以照理，所以您的解释当中也是认同本籍配偶应该有权利申请诉讼或者是诉愿的权利，对不对？对，当外籍的配偶被拒绝进到台湾的时候，他的本国的配偶是一个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我认为他的家庭权受到了这个侵害，因此本国籍的配偶，我认为他应该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来提起诉愿或者是诉讼，而不需要那个被拒绝在国外的那个人自己用自己的名义来提起诉讼。所以张法官，其实我认同你这样的说法，所以我对于103最高行政法院做这样的解释，我个人觉得非常遗憾。每年大概有将近2000的需要等待进来，其实这些外籍的配偶他不仅进不来做，他本人根本进不来台湾做行政诉讼，为了进来做这个行政诉讼飞不进来，进不来是一个问题，进得来这个机票的费用谁来支付，这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笔很大的负担。所以我希望你有机会通过这一次研审之后，对于未来在司法改革会议当中，针对于家庭权这件事情，本籍配偶到底有没有权利去争取他自己走行政诉讼哦？我希望这一件事情，我希望张法官有机会在司法的改革会议当中有机会再做进一步的解释哦。司法其实本来就是对抗多数人的一个意见哦。我希望张法官你能够继续坚持下去。过去在最高行政法院当中，对于家庭权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非常遗憾，它是被否决掉，本籍配偶没有权利去做行政诉讼这件事情。那包括刚才我提到整个环境权，因为它是主流经济发展社会价值当中，或它或许会是一个主流的意见，很多事情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是国家为了经济发展所以要做这件事情。所以针对我刚才提到环境权、家庭权这件事情，我都希望它或许是少数人对于它居住权跟婚姻权、家庭权的意见，但是我都希望张法官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哦。另外一个就是回到原住民传统领域的部分哦，对于保障少数最近这个会期大概这一届立法院谈到最多的就是转型正义。
但是在学界诟病最多的就是原住民的基本法当中，其实它就是叫转型的不正义。虽然我个人不是原住民的委员，但是我事实上对于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很多包括森林法、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法跟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当中，原住民他丧失了他基本的经济生活权利，我们也划定了很多国家公园，但是非常吊诡的是，我们一边限制了原住民他原来居住生活经济活动的方式，但是一方面我们政府又允许在大鲁阁国家公园做开矿的这件事情，事实上是有冲突的。在宪法709号解释当中又提到四族的居住权这件事情，那未来如何对于原住民的四族居住权有更进一步的保障？大法官你怎么去解释？张法官你如何去看待这件事情？是原住民的问题，我因为我一直认为这才叫做真正的转型不义，这也是学界诟病最多的。社会在讨论转型正义的同时，清算国民党党产的同时，但是对原住民这件事情很遗憾，我虽然不是原住民的委员，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是应该被好好拿出来讨论的。另外，最后我只剩下13秒，但是我还是要提到，在最后一点，在整个我关注到你有参与最高法院98判次的494号跟98判次211号的认定上，对于不能好，谢谢李委员，谢谢张贝提名人。下一位我们请徐委员玉人讯问，询答时间为15分钟。院长好，我们邀请张贝提名人。请张贝提名人。徐委员好。好，张法官好，辛苦了，今天站了一整天，辛苦了。立法院就是这样子，体力好，脑力也要够好。有几个问题，我想说，就这一次您被提名的这个想法还有过程，我想说跟您做一个交流，然后做一个询问哈。我想第一个大家比较对于本次大法官这个提名，还有包括院长的大法官的这个任命，比较有问题，还是在于连任还有再任这个问题的解释。那我知道您不是当事人，但是我想就这件事情，你法律的专业跟你交换一下意见。我有请教在司法界的前辈啊。大部分有几个想法。第一个认为说，大法官的任命是限缩解释，而不是扩充解释。它是一个 the power to own， 而不是 the right to own。那所以在在任和连任的这样的一个扩充解释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大法官的这个被任命的职权，还有他被任命的这个解释的程度说的放得太大了呢？那所以我具体来问这个张贝提名人是，宪法征修条文将不分届次与不得连任同时规范，那请问你，以你对法律的了解，卸任大法官再任大法官有无违宪？那我想许贝提名人他已经讲了是有违宪之余，那我想在这边请你再 confirm 一次你的看法是什么。徐委员，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整个社会是已经讨论很多了，那我个人觉得我的看法怎么样子其实已经不是那么的重要，那是我个人的选择是怎么样子。我是说，那你的选择是假如我是在那个 这样子的一个争议当中，我个人的选择是怎么样子。我个人
会选择不让自己进入这个争议当中。嗯，所以也就是你不赞成在任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个人来说，我个人不会这样子。如果今天你跟许宗力换角色，你会不接受这个任命？是，好，因为我其实说起来蛮佩服许教授的勇气跟承担，那我觉得我个人没这个勇气。那总统啊，提名卸任大法官为司法院院长，那从宪法的角度，你对法律的了解，那许教授他自己也说了，是有释宪的这个空间，那你认为是不是应该申请释宪？这是不是应该当这一次的询答结束之后，你们都任命完成之后，第一件事情要做的？第一个要有人申请释宪，而且是符合道观审理案件法的规定的这个申请事件，道观才会这个做这个决定，他才会合法的进入这个程序。那当然，如果许大法官、许被提名人、许教授已经经过贵院这个行使同意权了以后，应该理论上可以推论是贵院已经认同他是合宪的情况之下，才会被通过。那假设今天我们通过这个释宪的门槛，那以你个人来说，也会支持这个事情释宪是吧？因为释宪是只要符合规定，是所有人的这个权利，那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了解。那您刚刚有提到说，如果以你个人的身份啊，或个人的这个名义来说，你是比较不希望在这个有争议的情况之下接受这样的一个任命。是的。那我想就一个广泛的讨论，就是说在法律上我们有分法理，那但是我们有看到的是社会道德还有社会观感。我想您刚刚的回答应该是比较站在这个社会观感的这个部分。那我想提一下说，民国96年的时候，陈水扁当时的总统曾经想提名杨仁寿为司法院长，但是因为杨仁寿先生考量到自己过去曾担任2年多的大法官，为避免违宪争议，因此婉拒，因此有先例。你的看法是如何？你是不是认为未来的大法官被任命的时候，应该要把他对社会道德、社会观感这件事情，把它放进去？他是不是考量接受职位的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我想这个是个人的选择啦。那 我印象中所及呢，大院有委员打算提案修改司法院组织法，那希望放入一个对大法官被提名的一个消极资格的限制。它的内容我印象中大概是讲说，卸任以后4年内不能够再被提名，大概是这样子的。或许如果因为这个不是宪法的修改，所以它比较容易，只要大院委员同意的话呢，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修改呢，或许是我们将来可以解决争议的一个方向。好，那我接下来想就目前我想比较大的一些对国家主权的这个认定这部分跟您做个讨论。我们的总统蔡英文在今年的国庆文告说，要对岸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这是我们总统的发言。请问张被提名人，中华民国宪法是不是一中宪法？根据我们的宪法的规定，我们是中华民国宪法，然后呢，现在呢是一个分离的局面，然后所以呢，征修条文里头呢有提到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所以这个现况就是这个样子。那它是一中宪法吗？这个你会怎么去解释？没有答案。好，我问一下被提名人，
我们宪法征求条文有一条，为因应当前国家统一需要，依照宪法征求条文第21条第一项第三款及后面等等等，我要问的是第一句，为因应国家统一之前需要，我们现在是不是还需要这一句话？如果不需要的话，以你将来被任命大法官的这样子的一个职位，你觉得这句话有没有需要修掉的必要？委员，这个是个政治问题。那根据我们现在的宪法的规定呢，它是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所以，我在问你的是这一句话，依照为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所以我是要问的是说，这国家统一这件事情是不是还符合时宜？如果不符合时宜，我们是不是要修？以你大法官的看法。委员，关于政治问题，一向大法官是，过去大法官的意见是对政治问题不表示意见，不表示意见哦。是，这在这个大法官释字第几号我已经忘记了，但是他曾经明确的表示，对于政治问题，大法官，这在国外的这个释宪的先例也是如此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政治问题也是保持这个距离的，也就是说不表示意见。好，可不可以请被提名人说明一下，就你的理解里面，宪法与征修条文的关系是什么？当然，我国的宪法是从民国30几年代制定的，那它因为环境的变动。那所以呢，它必须要有一些调整，才能够符合我们国家的这个需要。那所以呢，征修条文呢，有一部分是补充这个过去的宪法条文没有办法因应时代变迁的需要而来。那当然有一部分呢，它是对于过去的宪法的这些规范呢有做一些调整的，所以它有补充也有调整。那譬如说呢，我们的宪法原来呢在于这个基本国策里头呢，它是比较倾向社会主义的，那到了征修条文里头呢，它就稍微调整了，朝向资本主义来这个转向了。那这个是征修条文的一些补充跟调整的部分。所以我们现在施行的宪法是在征修条文的范畴嘛？是。那你刚刚提到这个国家统一前之需要，这是政治解读政治因素。你觉得要到什么样的程度，它才不会是被用政治因素去考量，而以国家实质需要和人民的未来的福利去考量？不好回答。作为一个法律人哦，我自己是离政治比较远一点，所以我常常不知道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没有问题哦。接下来我想问张法官对于同性婚姻的看法哈。在您曾经这个接受访问的这个内容底下，你有说到同性婚姻是一个。涉及高度伦理价值和每一个人日常息息生活相关的议题，不是冷冰冰的法律，有必须要斟酌传统文化和民众的道德观念审慎处理。那截至2016年4月11号，全球国家保障同性婚姻平等的20几个国家中，15个是透过立法机关，4个是透过司法判决，那唯一公民投票修宪的是爱尔兰。我想请问这个张被提名人，对于同性婚姻，你是支持还是反对？那你的看法是什么？我支持。那我觉得德国的做法是可以参考的，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之下，假如我们为这个有这方面这个需要的这个民众呢，来定一个特别法来规范，他们进入家庭权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我觉得
我认为应该是合宜的。可不可以多解释一下，你对这个定这个同性婚姻特别法，你认为什么样的框架底下会是一个好的？当然会有他们的这个，身份呐、啊，哦，财产呐、啊，哦，那当然子女的部分呢，是一个比较，还有因为它涉及到第三人的这个利益。那子女的部分要怎么处理？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还不能够跟委员报告。那但是呢，我们既然承认他有家庭权，又没有让他能够收，其实透过收养，曾经法院有判决过，对于同性者的收养是有疑虑的。怕对于小孩子的成长是不是不利？不过这个我想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讨论，或者是更多的研究吧。好，那在这个脉络底下，法官您赞成废死吗？而且你觉得台湾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去讨论，或甚至于是开始把这个东西放在可能的程序里面？Face 这个选择呢，其实大法官解释过好几次，但是大法官也认为死刑的存在，只要是符合比例原则的，他的那个符合什么原则？比例原则，也就是说他的那个犯罪的构成要件呢是符合这个比例原则的，那死刑的存在呢是符合比例原则，所以是合宪的。所以你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之下符合比例原则吗？以死刑的这个实施的状况？当然法官一定是要看遇到很特殊的这个案例，在目前的社会氛围之下才会去做死刑的这个决定。但是我觉得那你认为在未来的一年内台湾会执行死刑吗？适合吗？所谓的比例原则，它的认证是由法官自由行政，还是它有一套非常科学的判断？应该说执行是法务部的这个权责，所以这部分就不属于司法院。谢谢徐委员，谢谢张被提名人。下一位，我们请徐委员淑华询问，时间为15分钟。谢谢院长，主席麻烦帮我邀请我们的张法官。好，请张被提名人。徐委员好，辛苦了啊，今天站了一整天。谢谢。您是所有的大法官当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哈，所以今天很多的同仁也针对于很多平权的问题，还有女性的议题，跟你提出了很多的这个意见的请教哈。那我首先还是要在这边请教一下我们的被提名人啊，我听说您是在这个行政的法院体系当中哈是相对的开明的哈。从您在去年的4月份上任了副秘书长之后，其实参与了很多的司法改革哈，包括了人民官审的制度、法官评鉴等等。那我想请教一下，在您身为副秘书长的期间，您认为哪一项的这个绩效是最好的，那推动是比较成功的，那么有待改善的又是哪些？当然人民官审制度呢，我们是失败的，因为社会各界没有办法接受，那这部分当然是没有成功，那当然这里头呢有很多因素存在了哈。那本来官审制度过去我自己也认为也蛮看好的，那我也认为说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之下呢，尤其我们的国人对于西方式的司法制度呢其实是不太了解的哈。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接下来的参审制是不是您要可以觉得可以去努力跟推动的目标？哦，是的。好，谢谢哈。这样就可以了。那您觉得哪一项的成绩是比较好的吗？有没有哪一项的成绩？我觉得在法官的评鉴的部分，我觉得是
相对应该是成绩不错的。虽然刚才我报告了几个这个数字，那黄委员，我忘记是哪位委员的，没关系，委员不太满意，觉得说还是太少了。那但是其实呢，司法院在做。因为我们法官评鉴委员会其实不是司法院可以掌控的这个 的那个内部单位哈，那他其实是一个独立的单位，那他的委员呢，在法官应该只有一位吧哈，其他的都是外部，有学者、专家，甚至检察官啊、律师都有。那因此呢，其实他们是具备完全的独立性哈。那是非常中立的，所以，我们过去的几年呢，送到监察院去的案子有12件，那交给人审会自己来司法院所属的人。好，没有关系，这个数据没有关系，我只是大致上要了解一下，在您担任副秘书长的任内哈，您觉得哪一项的这个数据是最好的，跟哪一项是最差的哈，可以值得再往前推进的哈。那我现在请教你啊，就因为啊，我们前几天因为有很多的委员特别有提到，就是有关于我们蔡总统啊，在这个召开了一个府院党的执政决策的协调会议，当然就被质疑到这个是总统有逾越的权限，而且并且有违宪的这样的可能性了哈。那我包括我们的那个准司法院长，他也说，其实这是有需要可以考虑的哈，就是可能这个是需要透过修宪哈来完成的。那我要请教你啊，您认为现在我们总统跟行政院长的职权哈，是不是真的就是权责是不符的啊？就是总统他是有权无责，那么院长是有责无权哈？那如果我今天不再问你说这个，您有没有您觉不觉得这个是不是违宪了哈？我要请教你，未来真的有机会推动修宪的话，您认为哪一个项目是我们最急迫要去修宪来推动的？好，徐委员是这样子的，我们的法规的规定哦，它法规规定了以后呢，它的实践，这个是有的时候是，如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法律的规定，然后它实施的结果呢，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个原来的样貌啊、哦。那有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法律的规定跟它实践的结果呢，常常是有落差的。我们法律人说呢，这个叫做规范的应然面是一种情况，规范的实然面就是实际上的实然面、张法官，因为我不是学法的哈，讲了太多的这个法律的专业名词，我事实上也听不懂。那简单来讲，您认为现在哈，未来如果修宪的话，总统制是不是一个可以推动的方向？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是采取这个直选总统的话，那其实我觉得总统制应该是比较符合现在人民的一种期待嘛。哦，是。好，那我再请教一下，您认为这个监察院啊，为什么会提到监察院？就是当然就是因为现在哦，蔡总统特别也提名了这个11位的监察委员嘛，哈。那当然这个会被讨论，就是因为跟原本民进党的主张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次到底要不要废监察院，又再次被提出来讨论。我想请教您的立场，您认为监察院应不应该废？监察院，它有某种功，它有某种功能啊，那是尤其是对于各个机关的这个纠正的这个机会，其实司法机关反而很难去介入行政机关的一些譬如说政策面的这个决定啊，那只有在个案的时候，司法机关才有权去介入这个行政机关的这个行政行为。那只有监察院、那个、是，抱歉，我打断一下哈，我这么说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很多人会讨论废监察院啊？就是现在我们如果说监察院，很多人质疑它的功能啊，其实并不是太好。而且如果要跟其他的国家以这个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来比较的话，其实如果把监察院的像弹劾啊、纠举啊、纠正，如果可以纳到我们的司法院里面来行使的话，如果是这样，您认同吗？因为司法院处理的都是个案的情况，
比较没有以通案来对于其他机关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纠正或者是纠举。所以就您的立场来讲，可能还不是很适当在现在就废掉监察院。是，好，那我了解，谢谢你啊。好，我要再请教一下那个张法官哈，我知道您曾经呢在这个担任，您曾经参与过这个现代妇女基金会，有共同跟他们有研拟过家庭暴力防治法哈。但是呢，坦白讲，我们现在哈，我们翻开报纸一看，还是有很多的家暴的一个事件哈。不管是说这个爸爸对妈妈，然后孩子可能最后呢又送到了育幼院，然后甚至呢在育幼院里头，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个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都发生哈。那我想请教你，现在呢对于目前呢我们的家庭防治防治法哈，暴力防治法，你觉得还有什么可以修正的空间？那包括呢被家暴的这些孩子，未来的安置上，你觉得我们可以司法，就我们司法的立场，可以为他们再做些什么？委员，我长期已经没有在少年跟家事这一块服务了，但是我知道呢，我们的少年及家事厅以及其他的跟少年家事相关的这个法院或者是法庭，他们本身呢非常的努力，在这方面呢获得各方很多的肯定。那我知道，譬如说少年及家事法院有一个专业的法院在高雄，那我们司法院呢有规划呢，在这个不久的将来，希望能够在北部地区呢也成立一个北部少家法院。好，那至于说这些中途这些发生家庭暴力的这些小孩的安置呢，其实是行政机关的这个权责，并不是法院的权责。那只是在过程当中呢，如果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呢，法院有发现需要被安置的小孩呢，其实法院都会主动的通知社工来做这个处理。是。好，我要请教你哈，你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女法官协会的常务理事的职务哈，我要请教在法界哈，尤其是我们法官的领域上哈，身为一位女性哈，您觉得你可以为司法界有没有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文化？这么说吧，我去年开始接任这个女法官协会的理事长以后，我在今年年初办了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应该说大家都吓一跳的活动，就是我和一个儿童剧团合作，然后请他们来为我们台北地区的少年法庭在辅导的孩子们做一个反毒的戏剧的表演。是。那当然，我有了这个发想，然后开始去执行。那我也很感动，就是说我们台北附近的院长都还蛮支持的，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活动。然后因为会进到少年法庭的小孩，基本上就是家庭比较需要受关照的，那他们呢，在不管是表演艺术啦，或者是当然，我们知道社会上目前毒品的问题，尤其是青少年毒品的问题非常严重，所以我大概做的这件事情是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那另外呢，我找了一些友善耕种的小农，然后在我们的会员大会的期间呢，开会的期间，请他们把他们的农产品带过来，那介绍他们的耕作理念给我们的会员。好，那当然都是法官或者是检察官。好，那让他们了解为什么要做友善环境的耕作，它背后连结的对我们环境的因素有多么的重要，
当我们的土地撒了很多的农药，很多的化学肥料，它不会凭空不见的，它会跟着雨水落到地下，落到河流，落到海洋，然后我们可能吃的在西部在海岸里头所种植养殖的这个养殖业抽取地下水或者是抽取海水，这当中都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食物，那我们整体的环境，所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司法官同仁们也能够了解这部分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是我们要共同关切的这个主题。嗯，谢谢，非常高兴听到您跟我们分享了您在担任这个协会所做的努力。我相信确实可以为比较生硬的司法界带来更多软性，同时呢也让更多的人去关心这个社会。我觉得提名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我在这里呢也觉得如果可以多提名几位女性，这个像你一样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台湾的福气了。那我最后要再请教你，谢谢您对于目前我们的这种法官不适任的淘汰的机制，事实上我们也推动有几年了，可是事实上成效并不是太好，这个我们大概也知道，社会一般来讲对于法官的信任度是很低的，我相信有很多的委员也提出了。那我要请教你，您曾经也提过近来呢你说法官大量的离退，人力吃紧，工作压力大，外界的评价不高，那么许多法官对于工作有倦怠感，那么我要请教未来你要如何评鉴这个法官的同时呢又能够解决法官人力吃紧的问题？这个确实是一个两难的状态啊。那司法院在努力的呢是多元的禁用司法官，那当然怎么样子多元禁用，从律师来大概这两年是很难弥补我们人力的这个流失。是，那我必须说以目前的状况呢是司法界很大的一个挑战啊。那因为荣誉感不见了，所以本来大家会这个投入，因为有相当资历的法官到外面去当律师的话呢，他的收入是远远高过法官的，那为什么愿意留下来呢？背后有一些工作上的成就以及工作上的成就是一个重大的因素吧，当然还有将来的退休生活的保障。那如果这两个都没有的话呢，我很害怕中生代的法官呢会尽早离开司法界，然后投入他们所要追求的，变成是追求。你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们愿意留下来为司法界努力？这是个长远的工作，那么总是有第一步嘛，第一步您觉得总是应该要有第一步嘛？是，我们第一步让人民能够了解司法。好，谢谢。好，谢谢徐委员，谢谢张贝提名人。下一位，我们请陈委员移民询问，时间为15分钟。好，谢谢主席，麻烦请我们张贝提名人。请张贝提名人。李委员好。张副秘书长晚安哈，已经很晚了哈，我是最后一个，那辛苦了。好，那本席呢今天就一些问题呢来请教我们张副秘书长哈。首先请看第一张。本席呢其实在上礼拜啊有到那个群贤楼502哈，看了一下这个被提名的这七位大法官的一些资料，请放下一张。然后呢看到说被提名人缴交给我们总统府的资料里面呢，在身体检查方面呢有一些状况哈。在这七位被提名人里面呢，只有三位哈，包括您在内哈，就是您的缴交的资料是在一年内的了哈，是在甚至是最近三个月的资料。但是呢，红色字的部分有四位被提名人呢，
他们缴交的资料其实都不是在一年内的健康检查的资料。那其中有一位呢，甚至在检查的结果 X 光片的检查结果是被打了异常两个字，而且医师呢是建议他在半年内应该要再去做复检。好，那因为尊重个人的隐私，所以我这边不方便透露他是什么问题，但是本席是觉得是说这样子。 您觉不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要担任一个大法官长期八年嘛，对，而且要有很好的体力吧。因为过去也曾经发生过，在2003年陈水扁总统他在提名我们政大的这个法治兵教授的时候，就是在提名的过程里面他就心肌梗塞就猝死了，所以这个就是很不幸的一个状况了。所以其实而且在2003年那个时候有 SARS 就非典型肺炎，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不愿意到医院去，也疾病管制署也不希望大家没有事情的话不要到医院，所以那时候体检的部分好像是有比较便宜形式了。但事后呢，其实因为发生了这个被提名人他们送的资料其实有点离谱了，包括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位我们许宗立这个法官他在2003年交的资料，你知道他交的资料是哪一年做的身体检查吗？1997年的，就是2003年交身体检查资料，交1997年六年前的资料，所以后来才要求他补交资料。那这一次呢，我们其实总统府秘书长，我想这个要求你们交资料是有没有告诉你们说要在多久以内的身体检查资料？应该是行政同仁告诉我的，因为是好，那他们怎么跟你说？好像说是一年内，一年内的嘛，因为过去阿扁的时候就要求要一年内嘛。但是如果是有身体检查有异常的话，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复检？因为对自己的健康，你是没有问题了，我知道了哈。但是对有问题的话，是不是应该要复检？那今天如果总统府把这个资料送到我们立法院来审查，还发生有身体检查异常还送进来，是不是这个秘书长有点失职啊？他为什么送进来资料都不看，然后不合格的资料也不去追，那这个样子是不是有状况？更不要讲说对一个过去在2003年就已经有玩过一次，已经有申请过一次这样子了解这个程序的人来讲，这个不是有点就是知法犯法吗？意思就是说你完全不照 SOP 来走啊。好，请放下一张哈。那所以本席啦，他要求呢就是检查报告于一年或者是异常的被提名人应该要补送最新的资料到立法院来审查，包括三个月内的这个体检的资料，我想这样子是比较恰当的了。好，请放下一张。那我问一下那个张副秘书长，你知道这个他们在开什么会吗？应该是最近媒体关注的政策协调会。是协调会吗？是什么？好像媒体上是这么样子报道的。执政决策协调会议执政的决策协调会议。那您觉得在这个13个人的这个会议里面，你认识几个人？对不起，我看不太清楚。看不清楚啊？我只看到总统、副总统，其他人都太远了。背对你的那个。发型上很容易辨认的，我们林权院长嘛，对不对？哦，是是是嘛哈。那可是面对你的呢？面对你的有几？你觉得这里面有没有人是不应该在这边出现的？这是在总统府开的会议，那结果有没有民间人士？有没有非公职的人员在这边出现？对不起，我不太认识，好像有一位邱毅仁先生，是不是？对，邱毅仁他有公职吗？应该是没有啊。没有嘛，他没有副公职嘛。那他在旁边的那位是谁？民进党的秘书长洪耀福。所以他们两位都是民进党的人士嘛，一个是民进党的智库，一个是民进党的秘书长。那非公职的人士出现在一个这样子的决定政策的协调会里面，会不会有问题啊？所以站在一个就是大法官被提名人的高度，您觉得这样子的事情
好，因为之前其实在这个许宗力许被提名人，他也提到说可能有违宪之余，但是我想要更进一步的问说，那请问您像碰到这样子的状况，您会怎么办？读者投书或者写一个文章或者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来协助我们不要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委员刚才徐委员有提同样的问题哈，那就是说呢，我们现在的宪法的设计呢，总统直选，但是呢，总统只照宪法的规范呢，只负责国防外交，对，然后其他的事务呢，总统是只有负责国家安全的大政方针嘛，对不对？对，好，好，下一张，好，所以其实有两个不该出现的了，我们下一张。那总统既然是负责国家的安全的这个大政方针，可是今天媒体说他现在要开这个礼拜要协调的是电业法，请问电业法是跟国家安全有什么关系吗？好像没有嘛，对不对？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到底这个是行政院的职责还是总统的职责？那这样子的，总统如果要开这种协调会议，到最后拍板定案，会不会有违宪之余啊？而且这样子的一个会议也没有会议记录，也不会送到立法院来审查。那将来如果有问题的时候，是谁应该下台负责？委员，这就是我们的宪法的规定呢，跟目前宪政的实务操作起来呢，会有一些汉格。对。那么这些汉格呢，以至于如果我们全然的接受按照宪法的安排去进行的话呢，就会发生说最有民意基础的总统没有办法去是可是以目前的体制来讲，这个就是违宪嘛，这个就是，对不对？这个就是，这样子可能会造成的是一个党国体制的复辟嘛，所以如果要让他能够返回到一个正规的一个途径，能够受到人民的监督，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改善？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协调会议，不是白天开晚上开的问题，不是因为晚上开就可以躲避这样子的违宪的说法，是不是这样子？是，所以我是觉得可以用宪法里头所规定的，说是院跟院之间呢有这个争议的时候，总统来协调。对，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机制，那当然我们可以说，了解。那如果这样子还需要定期开吗？每个礼拜开，每个礼拜都要下指导期，应该不用吧？那如果要的话，也应该是私下开嘛，不需要黄崇彦总统发言人还要每个礼拜发言说我们这礼拜要谈什么，我们的决议是什么，然后还要做，因为这样已经变成是一个公开的东西。一旦是公开的这样子开会，公开这样子的做发言，不就是在体制内在运作一个非体制内的一个组织吗？对，我会比较认为说目前的宪政运作跟他的就是说宪政的规范跟宪政运作的需要，没关系，我们看下一章。那如果发生一些争议的时候，谁可以申请释宪？以这件事情来讲，中央或地方机关是不可能，当然也不可能，总统府不可能自己申请嘛，对不对？那法官现在这个还没不是个案例，也不是法官，所以只有立法委员可以申请释宪。可是释宪要多少人要才能够申请释宪？要三分之一的立法委员通过才能够申请释宪嘛？所以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可能可以由大法官在用一些他的一个力量，能够在一些场合能够做一些呼吁？是不是应该是比较可能的做法？以目前这个状况来讲，好，没关系，我们看下一章哈。你不回答没有关系哈，请看下一章。请问张副秘书长，您觉得女性是否应该要服兵役？我们知道说兵役法的第一条规范嘛，哈，男子应该服兵役。那但是呢，释字490号是有个解释文呐、啊。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在讲说，这个男女平等啊，男生要当兵，为什么女生就不用当兵？您的看法？
委员，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是。那知道在哪里女生是要当兵的？我们看下一章。其实上个月哈，本席有去以色列，在以色列其实是男女都要服兵役的哈。在这个照片上面呢，这一位在以色列的啊，这个理工学院，他们是一个大学生，他就当过兵，他当了三年的兵，还自动留营加了一年。之后他现在已经25岁，但是他觉得当兵对他来讲是非常值得的经验，所以他还延长服役了哈。所以其实女性是不是可以当兵，是不是应该当兵，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了哈。所以您是没有意见？应该说，当时机成熟了以后，我觉得时机成熟。可是大法官不，我们请你来做大法官，不就是要做视线的吗？对不对？而且这个15位大法官，不就是应该针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来谈出他自己的看法，然后达成一个共识，然后当作是一个法案，然后让民众可以了解说到底这件事情大家的态度应该怎么办。所以以你的学养，以你过去的训练，还有你的人生观来看待这件事情，我知道说过去你有针对一些这个领养的一些案件啊，或从母性的案件，你有都有你的看法嘛？但是你对于女性是否该当兵，你就没有看法？你觉得你要保护女性？我觉得假如去做这个服兵役的内容的不同的这个安排，是，那我觉得是可行的。好，了解，谢谢。好，下一章哈。昨天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哈，就是我们台大外文系的一个退休的教授毕老师哈，他跳楼自杀。好，那这非常的不幸。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的同志的一个伴侣呢，一个曾先生在前一年因为癌症过世，他非常的悲痛，但是呢他也无能为力，因为在台湾同性同志婚姻是不被祝福的，目前也是没有合法的。那所以呢今天其实许佑生我们的一个作家他就讲了，他说在台湾同志好像是半个人一样，因为呢每个人都缴税，可是他能够得到的同志能够得到的福利呢，就像半个人，他不能够结婚，同时呢，他的伴侣如果生病了，他没有办法签这个什么同意书啊，这些手术同意书啊，甚至过世了，他们的财产他也没有办法继续住在他们拥有的这个家。所以我请教一下我们的张副秘书长，你觉得是否支持这个同志婚姻？好，下一章。是支持。你支持，可是在实力给你的这个问卷里面，他们说你是态度模糊啊，因为你支持的版本跟别人的不一样啊，是不是？你提到的是德国的这个版本。对，我支持是用特别立法，特别立法，特别立法跟其他国家的这个同志婚姻合法化的版本有什么样的不同？为什么你特别要支持一个德国的这样子的一个版本？应该是说我们社会的接受度还在调整当中，所以你就是不愿意一次到位，你觉得就是要给他一半的东西，那这个其实就是不是符合现在整个欧美的好，或者整个人权的时代的一个潮流了。好，最后一章哈，我想我对大法官的期许是什么呢？我们拿这个布朗，就是布马歇尔大法官的这个案例来看，我们期许大法官要勇于认识，不闪避。好，谢谢陈委员，谢谢张被提名人。报告全院委员会，本日下午对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
张琼文询答部分到此为止，谢谢张被提名人列席答询。10月19日星期三上午9时进行对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黄瑞明相关事项之询问，现在休息。